各位晚安，然后感谢大家参加我的线上讲座，我是黄俊学，然后我想跟大家谈谈就是 Linux 在工业控制的应用嘛，然后在这之前我说明一下我的相关的背景啊，在2012年的时候我搬去台南生活，然后开始接触一些传统产业啊，那这个传统产业有很多，就是说像做工业机台的，然后也有做一些自动控制啊，甚至还有一些我不知道怎么称呼啊，就是叫娱乐产业吧，就做那个赌博机台啊。那就像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些企业，其实企业公司啊，还有不同的需求啊，其实都有 Linux 应用的地方啊。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上这张图啊，就是说我在14年跟15年啊，还有协助一些公司啊去导入相关产品。在左边这张图的话，它是一个物流控制系统。那这主要是应用在美国，因为我们知道在日本啊、台湾还有大陆啊，基本上在物流其实做得很好啊，因为人口比较密集。那在整个美国其实麻烦啊，就是因为人口的密度呢其实很低。那但是物流呢挑战很大，所以变成说他们每个贩卖机啊，所以一家厂商的想法很有趣，他在特定的贩卖机里面装左边这个装置。这个装置呢，可以透过 LTE 啊，可以透过GPS 啊，总之它可以把这些资料汇整之后，那汇整之后呢，就一些购买的记录啦，包含说买物品的这些人的年纪啊，然后使用习惯啊，它可以做分析，分析完之后呢，就做完计算之后告知这个中央的伺服器啊，所以你要说在这个已经导入量产了啊，那所以这个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小型的 OS。那当然 ，server 那一端那是 Linux。然后在15年的时候呢，应该是这更明确说法是在2014年啊、哦。那2014年开始，我跟台达电子的台南的分公司啊、哦，那台达电子在台南主要是做这个机械控制器，那我就跟台达电子合作，那我们就是说就是在把 Linux 用在这个工业控制器啊、哦，那这个也是导入量产的，那已经出货导入量产，所以这个可以谈论哈、哦。然后所以这个过程中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就接触到更多的厂商啊。那最近呢，我们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最近我们可能会做天上会飞的东西啊。这是最近我们要跟大家宣布的计划啊。那简单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这些 know-how 应用在空中的这种飞行控制系统。那也许下个月吧啊，也许下个月或者说之后，我们会跟大家分享这相关的细节啊。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说 Linux 其实有机会用在哪里？因为在航空的太空产业，其实这已经有人用了啊，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要聚集更多台湾的力量来做这些事。好，那除了这个议题以外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就像你可以画面中看到这个画面啊，它其实用在工业控制其实是很多机会啊。好，那在开始之前呢，我有几件事跟大家提醒一下，在这个我们这个说明来讲的话，那边有个共笔啊，请你点进去。那点进去之后就是包含我们的简报啊。那简报打开的是这一份，好，那当然我不会每页谈，我会讲跟大家讲一些重点，好，那所以请你把它打开。那打开之后呢，你会看到就是说包含简报，还有这个 Q&A， 好，那你可以加入你的那个问题，好，那当然如果说你愿意加一些关键字啊，就是说这个像刚才提到关键字，你会觉得提到很开心的、啊，对不对？哈，就是提到你可以用 Facebook 跟 Google 登录之后呢，你会听到什么？你会听到。关键字啊，比方说什么火箭，对啊，相对很有趣的嘛，你觉得啊，类似那种关键字你可以把它加进去。然后呢，你也可以提你的问题。那我们等一下会安排一些时间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好，那我们先来看几个经典的应用。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一些很有趣的影片啊，比方说你可以打像 Linux CNC 这个关键字啊。那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请帮我加一下这个关键字，把它加进去。那你可以看到说 Linux CNC 用在什么？你可以看到画面上这个就是那种机台啊、哦。那很有趣的点是什么？就是这个机台以前都是我们都认为是传统产业啊、哦。但是呢，有趣的点是什么？这些东西真的被应用了啊、哦。就是你可以想说 Linux 已经走入这种产业啊、哦。那所以包含说马达的控制啊，哦、那个 SY 怎么去移动啊、哦？所以基本上这些东西怎样？它其实在 Linux 来讲的话，其实已经应用在里面了啊、哦。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里面有个专案叫做 Linux CNC。那 Linux CNC 它是一个开放源码的专案啊。那过去这个我们讲这个像是这个控制系统呢啊，以前都是单独的一个特制的电脑啊。但这几年很不一样，
这几年就变成说，这个 Linux 呢，它搭配一些物美价廉的硬体啊，甚至还有一些像拍这种硬体啊，就这个树莓拍这种硬体呢，基本上你跟他们运作 Linux CNC 之后呢，你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像你可以看到画面这个整个部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画面这个整个控制系统呢，它完完全是开放源码的。然后呢，所以它里面运作 Linux 搭配一系列这个应用工具啊，那比方说移动轨迹啊，这种所谓的机构啊，机构把它变成这种位移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实际上呢，像这个画面上你看到说它在做什么事呢啊，它把这个编码啊，就是使用者定义一些路径，那这路径之后呢，把它这个把这个编码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说一开始就干嘛，就开始转啊，在画面中你看到开始在转动啊，那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这些路径呢，比方说你想要写出 Linux CNC 这些字样，那其实最后呢会转成什么 SYZ 好 A， 决定说我要放下去还是拉上来，好，所以这个整个 SYZ 它就变成轨迹，那你所以你可以很容易把这个图样好把它转成什么，转成机构或者内部的一个表示，好，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当然大家想要看它好，所以就变成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马达好一直转，好。那这边补充一些马达的背景知识啊，因为可能有些人可能没有相关的背景知识，像这马达来讲呢，在移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需要个编码器啊，因为其实我们知道马达它是一个类别系统，但是我们今天输出都是数位的，所以比方说 SYZ 要移动多少啊，所以势必有一个编码器，那去跟这个马达说我要怎么去移动，我要转多少啊，然后我的速度要怎么去调整啊，那所以。因为这些控制系统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你抽到看到的好像就是马达，看到好像是那些轴承的移动啊，但是实际上呢，它这些背后啊都可以用数位方法去表达啊，所以这是 CNC 花了这么多年在做的事情，这东西已经非常成熟。但是有趣的点是什么 ？Linux CNC 做的是把这些知识啊，把它开放源码出来，然后分享出来，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这些软体以前都是非常贵的啊，但是你要它进行很低廉的成本。可以去建制啊，然后所以随着这个我们知道的 3D 仪表机的为什么可以大红大紫的散布出来呢？其实有大原因是因为 3D 仪表机相关的专利已经过期了啊，所以变成说社群的朋友可以安心的去重新把这些基于这个 3D 仪表机，然后是相关的 CNC 的这些部分的专利啊，可以这样可以重新实作，而不用担心说是像法律问题或者说会有侵权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刚才那些轨迹，就是说，包含说我往下、往左，然后呢，我怎么移动，那你所以可以看到在画面上切割的时候，这个画面上你应该要看到，你应该看到白色的，那这个当然有朋友说这个发光的，这个，好，对，你要发挥一点想象力了，好，这个图片实在太有趣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画面上来看的话，开始要干嘛呢？开始来雕刻一些更细的字了，所以在这个画面来讲，其实在雕刻的是一个什么呢？它其实在雕刻某些字样，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其实呢，像牙医啊，牙医很早就用到这种 3D 表机的这种技术啊，那所以因为每个人牙齿其实吻合程度不同啊，所以牙医来讲会去定制啊，去规划这种牙齿怎么去做啊。好，这个画面真的要发挥想象力了哈。我们上次呢是那个我们上次是用 Webcam 啊，那 Webcam 的这个就拍出史上最帅的照片啊，因为根本看不到脸啊。好，那不过这次有个更酷的啊，就是 YouTube 会有闪颜色啊。好，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切割之后呢，你看可以看到，它最后切割出来的样子啊，大概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就是它有那种螺旋状啊。然后呢，其实它上面如果你真的看，它上面有些字样啊。好，然后呢，再来是呢。好，那你可以看到在最终阶段啊，那你还可以做什么事？在最终的阶段的时候呢，你甚至可以去对照啊，比方说你可以去测量啊，就是拿那些一些工具啊，拿马尺来测量啊，然后呢去对照出原本什么，原本在这个用 Linux CNC 啊去规划路径啊，所以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以前我们听到说 CNC， 我们听到工业控制，认为是传产。那我们听到 Linux 想到是什么嵌入式系统啊，或者是伺服器啊，但是呢，现在这些知识都融会贯通了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件事啊，尤其各位做软体的人啊，那我们其实可以去思考，为什么现在各大软体公司啊，就产值大的软体公司，全部都拼了命去做硬体啊，那 Google 也好啦 ，Facebook 也好啊，像 Google 做什么，做车子啊
Google 做什么用这个 Google Watch 啊，反正就那个 Google Glass 啊，反正就一系列这种东西啊，因为 Google 花很多时间做硬体，那花很多资源去做硬体，那 Facebook 也是一样啊，做 VR 啊，那那个当然其他的公司啊，像那亚马逊之类的，我们就不这样讲，它投入很多资本跟研究在什么，在机器人啊，这些软体公司为什么要拼了命去做硬体啊？因为他们知道一件事，软体他们在相关的软体产业，他们在原本所属的领域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啊。那一个企业如果没办法持续成长的话，很可能这样，伴随着企业的萎缩，或者是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他们都要在新的领域，像刚才讲的无人车也好啦，那这个虚拟实境也好啊，然后机器人他们都投入很大资源。然后有趣的点是什么 ？Linux 在里面呢都是非常关键的角色啊。你刚才听到这些专案其实都是这样，都是应用到 Linux 啊。好，那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应用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叫做报一下啊。好。那接着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很有趣的专案啊，它叫做 ROS 啊。那这个专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协作专案啊。那事实上呢，它在包含的公司，包含 Google 在内的公司呢，啊，投入很大资源啊，有产业啊，有学界啊。那这些公司投入很大资源在干嘛？开发一个可以累积的那个机器人成果啊。我们过去呢，尤其在台湾啊，就是说在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台湾很多学者啊，尤其像交大就很多学者啊，在做什么？在做机器人，在机构方面啊。但是机器人到后来呢，其实遇到很大问题，就是说，机械问题解决完之后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像材料啊。那如果材料问题解决完之后呢，基本上后续的像通讯、运算啊，所以你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需要什么 ECS 的啊。那但是像台湾的话就比较麻烦，像是因为其实台湾很大比例还是停留在还是在机械，还是在控制原理部分啊。但是在很多地方啊，像可以画面中看到这些机器人啊，那基本上它演化说它可以透过各式各样的网络，有线网络也好，无线网络也好啊，或是一个 mesh 啊，一个区域的网络啊，那它这些网络这些装置聚合起来之后呢，可以做很多很有趣的事情。然后 ROS 在做什么事 ？ROS 做的是把这些成果用开源的形式存在啊，所以这是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思维，就是说而且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这主导 ROS 的厂商呢，很大都是软体公司啊，就像刚才讲的 Google、Facebook 啊，基本上或者亚马逊，基本上他们都有花很多心思在这上面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是想把这些工具啊，把这些 know how 把它聚合起来啊，去创造一个东西叫什么 ecosystem 啊。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21世纪的开源啊，其实它本身它就是一个，它是一种武器啊。那这个武器呢是或者说我们叫做生态系统啊，可以吸引到很多开发者，把这些 know how。好，然后我说它是加速工业标准的一个催生哈，就是说过去的工业标准，比方说像蓝牙啊，蓝牙从那个制定到推广啊，其实花了很长时间，花了十几年时间啊。但是如果机器人也是走这条路呢，就会很慢。所以现在有很多软体公司，我再强调一次，软体公司啊，它为了要让自己的服务可以做得更广啊，像 Google 啦、Facebook 啊、亚马逊，它想要做什么？他们就是开始找一些专家来贡献原始程式版啊。所以看到 ROS 呢，基本上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有了，我们来快速看一下这个啊，它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基本上它的设计是软体的啊，所以如果说各位是软体背景啊，那其实你看到这些机器人专案，人家觉得很兴奋啊，因为它解决核心问题基本上都是软体的问题啊，像什么，你可以画面中看到一个什么 communication 啊，然后呢什么讯息传递也好啦啊，或者什么，你看这个讯息的啊，就是 publish 跟 subscribe 啊，对，这是过去各位在 server side 啊。会听到的名词或者 RPC 啊，你如果开发过一些像分散式运算的，或者像是那个 Java 啦，或者一些或者一些那种 MQ 这种机制，你会发现这基本上这些都是 Computer Science 的词啊，都是软体的词。那所以这个 ROS 在做什么事？它其实提供一个界面，而且这界面本身是对 Software Performer 啊非常友善的一个界面啊。然后但实质上呢？它定义的界面来讲的话呢，可以让很多机器人去遵循啊，所以以画面中看到这种机器人啊，不管你用乐高来组啊，用竹筷子来组一个机器人 ，anyway 不没关系啊，你只要能够提供 ROS 的什么的界面啊，那你就可以用软体去控制啊，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生态啊。那我希望说大家去想啊，就所以我们今天讲那个机器人也好，讲工业 4.0 也好啊，其实几乎都在谈论软体啊，并不是说硬体不重要，而是说硬体的东西标准化啊，像我们台湾啊，像我们台湾。很多很多很多产业先进，包括工业用
交通大学啊，反正一大堆先进啊，其实把这些事就是包含说这种机构呢、啊，这个控制啊，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啊。但是我们真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去创造 key location 啊？所以我强烈建议学软体的人去看啊。然后这过程中很多很有趣的事情啊，像刚才讲到提到网络啊，事实上在讯号处理啊，在影像处理的议题呢，其实 iOS 上也有很多 plugin 啊，所以你可以想到说，机器人我们要怎么让它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是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什么即时的影像辨识啊，然后路径追踪啊，这些全部都是软体的开发者可以用到的啊。所以你看到右边来讲话，这是很经典的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输入一个模型啊，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像你画面中看到这种模型哈，那我想要去截取里面的固体啊，那我想要去决定我的那个机械手臂要怎么去移动啊，那像这样的一个专案是非常非常多啊。好，那我们再切回来刚才这部影片，来这部啊，那这部影片呢就是讲到说用什么用六个自由基的哈，那你可以看到说它是一个机械手臂，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它整合了 iOS。所以整合 iOS 之后，你可以试想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包含说这个路径控制啊，包含说这个画面中的这个你可以看到画面中我在移转啊，改变一个自由基啊，然后呢，甚至呢，我要让这个机械手臂跟另外一个机械手臂协作啊。那为什么这个机械手臂有协作需求？比方说，我们考虑到一件事叫工厂啊，像底特律的工厂来讲的话，过去呢，底特律是这个生产机。汽车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啊，但是因为这个，因为人口啊，还人口的结构改变啊，以及说海外啊，像那个日本啊、大陆的竞争啊，其实让这个底特律制造汽车这个这样的一个应用啊，其实很没有竞争力啊。那所以底特律一段时间变得那个就是人口萧条了啊。但是现在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自从奥巴马上台之后呢，啊，当然不只是因为奥巴马，总之说现在有很多。企业啊，车厂呢，其实搬回去美国啊。比方说，我们听过 Tesla 啊，其实它也是在美国生产啊。那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像底特律的工厂，我上次看 Discovery 啊，那因为版权关系，我不能在这边播放啊。那简单说，我讲它结论啊，简单就是说，底特律工厂可以一天可以生产，就是一天可以完成相关的那个机器，从组装啊，零件组装到后来那种必要的制作呢，基本上它可以一天可以大概200台啊。然后从头到尾只要多少人？只要3个人去管理就行了，那其中有一位是 MIS， 这是过去没办法思考的事情。过去一个车厂需要很大量的人力投入，但是现在你只要准备好机械手臂，准备好网管人才，去沟通，就可以这样，就可以去建构这种系统。好，那接着我们来看 iOS 扮演的角色，前面都是机械手臂，后面的还才是好玩的，所以你看，这个机械手臂有6个自由度，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用软体，去规划它相关的路径，这个可能熟悉机械控制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让这些机械手臂跟机械手臂之间彼此可以通讯，这是过去很难想象的事情，过去可能要花很大心力去调整 DSP， 调整你的 microcontroller 的行为，但是现在呢，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把它里面的软体都透过软体，把它里面的状态揭露出来，然后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这里面也是用 Linux。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件事， Linux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啊。当然，通讯这显然这是 Linux 的这个特长啊。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说，Linux 要用在这种机器控制呢，其实要解决一些很关键问题，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像画面上这种每个不同自由度的啊，手臂的不同自由度改变啊，它其实必须要每次的移动必须非常精准啊。那它不用很快，但是要非常精准。如果你有发生延迟，或是发生什么提早发生的事情啊，总之这两件其实都是有延迟啊。因为你提为什么你会提早发生？因为你可能是过了一个超过一个周期啊，你影响到下一个周期啊。所以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在这个机械手臂，其实它必须要非常的精准啊。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个议题，就是说当各位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当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一个点：你两只手骑脚踏车啊，相对是比较好骑的。用一只手骑就你发现有点难了哈。那如果你要把脚踏车就是手都放掉去骑也是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你要调整身体的姿态，你要花很多心力去调整啊。然后你稍微只要歪一点呢，你可能就这样，你手都放掉，稍微歪一点，你可能就跌倒了啊。你为什么两只手可以骑得比较稳？是为什么？因为两只手可以怎样？会有补偿啊。所以机械手臂也是一样的问题啊。以画面上来讲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机械手臂我们要移动啊。我不管是怎么翻转啊，那翻转有可能会过头，
有可能会不足，好，所以你会做补偿。那这补偿必须预算够快，如果说你预算太慢，或者说你没有在指定时间内回应的话，你可能发现的悲剧是什么？你就一直错过，好，那一直错过你就没办法到指定位置，那后续的动作也是错的，好，所以不管假设你就想在这些机械手臂来干嘛呢？来组装那个车子零件，你会发现说你没办法在什么指定时间完成，那后续做的东西都是错的，好，当然以汽车来讲的话，你只要有一个零件错，这东西是不可能运作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去想，其实 iOS 这样的专案其实对整个，我相信对软体的那个开发者其实意义很大的，你过去看到这个机器手臂，你可能就去做软体的，说哎呀这硬体反正我不关我事，但是现在很有趣的地方是这些机械手臂的取得其实还是有点贵的啊。那这边呢也顺便讲一下我们今年的一个年度计划啊，跟大家这个宣传一下我们的年度计划。我们年度计划来讲话，除了搞这个直播啊，你看我们今天的直播是会非常专业啊。那我们除了这个搞这个直播以外呢，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啊？我们呢可以去揭露说，就像刚才提到这些供电控制产品的一些 know how 啊，在不影响厂商权益的，我们揭露一些公开资讯而已啊。然后再来是，我们会做一些比较便宜的机械手臂啊。那这个机械手臂的话，我们会就是相当于是我们把 Linux 然后把我们会做一个用 3D 表机印出一些比较便宜的手臂，然后跟一些大学的学生甚至跟一些大学老师合作啊，然后把那个电脑视觉把它整合起来，我们要打造一些比较便宜的机器人，让大家可以去玩啊，这是我们今年这个计划啊。那所以之后可能会有些募款啦啊，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来做啊！那有朋友反映说，那么大台的摄影机只是为拍一张脸，不是啊？重点是今天拍一张脸，明天拍机械手臂啊，这是用心良苦了啊！好，那所以呢，我们再继续看这个，所以我希望大家认知什么？就是 Linux 已经是这样，已经在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好，我们反过来想，为什么非 Linux 不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听到 iOS 的目标，你可以想象一件事，iOS 想要把这些资讯。把这些技术汇整起来，好，所以它必须是我们什么叫 loyalty free， 就是说它不应该受限于授权金啊。那现在有很多专业的作业系统，但问题是这些专业作业系统它其实授权可能是商业模式授权啊，它可能限制对象，可能比方说只有交大能用啊，某那个研究机构可以用啊。然后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如果说今天像 iOS 这样啊，它要能够把这些 know how 把它聚集起来啊，所以其实我们需要一个open source 啊，然后可以自由流通的系统。然后呢，再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通讯啊，所以可以看以 iOS 来讲的话呢，这个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通讯啊。那其实说真的，现在通讯做的最好的啊，无疑它就是 Linux 啊。就算跟商业作业系统比起来 ，Linux 在通讯是毋庸置疑好的啊。那更别讲它有各式各样的网络资源啊，从无线、有线啊、高速的啊，或者说低功耗，基本上都有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 Linux 来讲，有趣的是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更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啊，画面说看到这个硬体。我们可以注意到有很多硬体都用非常不可思议的价格，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的哈。就是像我呢，大概是在2011年吧，那时候因为我是 Linaro 的那个工程师啊，那时候我们就是跟很多厂商合作啊，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听到什么64位的 ARM 系统啊，所以那时候2011年我想说这东西应该过很久才会普及啊，结果没想到就立刻就被他打脸啊。在2014年的时候 ，Apple 就推出那个64位的这个手机了，那里面就是执行64位的 iOS 啊。好，然后呢，然后接着没多久呢，各大 Android 手机呢，基本上各大手机供应商基本上都是用64位的哈。然后那但是呢，我觉得这还是高打破。但是你可以看到，你看拍啊，这拍的这个太可怕了，这个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它是一个64位的架构啊，然后呢，然后 CPU 10脉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它是一个4核心，然后每个 CPU 10脉都可以到 1.2GHz 啊，那又给你 WiFi 啊，然后呢该有的 GPU 也有啊，然后 memory 给你那 1G 的 RAM 啊，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竟然卖什么，竟然卖一个不可思议的价钱啊，比你去吃牛排还便宜对啊，就卖个25美元啊30美元这种啊，吃牛排的价钱啊，但是它能够做的事太多，这是过去是没办法想象的事情。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画面上这样的系统呢，用 Pi 3绰绰有余啊，就所以像 Pi 3这种硬体呢，不只可以做控制，它包含说上面的电脑视觉、通讯，基本上一块板子全部都可以，就是跟运算有关的部分全部都可以涵盖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建构这个像这个这样的机械手臂的，还有相关的应用啊，所以其实它变得很多，
很多不可能想象的事情它都发生了啊。然后呢，又随着刚才前面讲到像 3D 表机的普及，然后很多材料啊，就是你会听过什么 ABS 这种材料啊，让这样机械手臂可以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钱去打造啊。所以以前一台机械手臂可能像这画面上这种东西，它可能要卖多少钱呢？它可能就是基本上它的起跳价格就是15万啊。但你今天有机会啊，比方说用那个3万块台币以内啊，甚至我们现在在看有没有可能在。我不能跟大家确切数字啊，我们现在在跟一家厂商在谈，说有没有办法用一个比上万低很多的价钱啊，然后让大家取得哈、啊。那当然这个有后续的消息，我们希望让大家让理解啊。所以对我来说的话，这个以教育观点来讲，其实中间我们会训练到很多人才啊，比方说对于即时多工作系统有认知的用啊，对于无线通讯啊，对于电脑视觉，对于说像整个网络骨干啊。因为你要想象说，如果今天这些机械手臂可以很低廉的取得啊，所以我们要去打造一个工厂啊，就是我讲的是那种底特律那种工厂生产线，其实有可能的啊。那所以你跟他说，对我来讲说，以教育观点呢，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以前呢，我们上课都跟学生讲说，学，比方学工数呢，以后很有用啊。那学什么嵌入式系统，以后可以去联发科，你就只能讲出这种很低层次的一个问题啊，很低层次的回答。但是其实现在。一个思考的地方是什么？这些东西呢，它就是真的可以用啊，甚至它可以解决你生活所需，而且这一切用到毕业，你不用到业界啊，你只要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时间，然后开始去follow这网上资料啊，你就可以去做了啊。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年度计划啊，然后那个好，所以我希望我们再去思考啊，思考什么事呢？好，就让我再快速回顾一下哈。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Linux CNC 啊，它是从那个从雕塑啊，雕塑一个材质开始啊，然后或者是说我们从切割开始啊。那 ROS 呢，就是比较全面啊，从机械手臂啊，到各式各样的那个机器人所需的模组啊，把这些东西可以重用化啊。好，那但是我们来思考一件事 ，Linux 要能够让这些控制系统。做到能用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问题要解决，我们这个叫 real time。而且呢，就像刚才前面讲到的啊，事实上呢，我们光有 real time 是不够，我们要做一件事叫 hard real time 啊。那在这之前呢，我们来解释一个 hard real time 这个词。好，你可以在画面中看到，今天有两指这个装置啊，那基本上它也是运作很便宜的案啊，就是便宜物美价廉的案啊。以前我们经常在按这个物美价廉的这个硬体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我就觉得说物那个便宜就会功能就会少啊，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像刚才你看到说那个 Pi 3啊，基本上那个数位牌那个这第三盘实在是太强大了啊。拉回来，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件事啊，你看这画面上这里就这个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斜坡啊，然后呢这显然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摄影机啊。所以我们今天去思考一件事，如果呢它这个摄影机是活动式的摄影机，然后呢我希望怎样？我希望它去追踪物体。好，那问题来，如果你的物体就刚好站在或者靠在这个摄影机的前方，好，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就像狗仔一样啊，狗仔要去拍某些那个艺人啊，所以你去思考就是，如果你今天用机器人去取代那个狗仔啊，然后呢你要做什么事？因为狗仔肯定趴在某个地方嘛，对啊，就是拍什么拍郭董啊，拍那个拍周董啊，那拍周董拍完之后就要拍谁？就要拍那个蔡依林啊，好，你们就说拍这些都是在很难的地方拍的啊。那会在一定的倾斜，所以你今天活动式的这个摄影机，活动式的摄影机，其实你要，如果你要固定在追踪某个物件的时候，你要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它是活动式嘛，所以它一动活动式的话，你要马达这样去调，让它怎样，让它固定下来。可是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可能往上起太多，或是往下起太，就是你如果往上起太多，你要干嘛？要放开，好，让它透过重力掉到这里，然后再把它锁紧啊，然后呢？反过来说，你可能会掉下来太多的时候，你干嘛？你要把它拉上去啊，拉拉拉，把它固定下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呢，你的系统来讲是一般的 Linux 啊，而且在高负载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问题。好，你看啊、哦，就是在这个高负载的情况下呢，哎，发现它这个东西开始抖动。好，这为什么会发生抖动？我们想一下啊、哦，这个抖动，为什么这个会发生抖动？因为呢，我们去思考一件事啊，你看啊、哦，好，当我们呢。期望停在这里的时候，因为马达怎样，它可能会转过头啊、哦。但是我们回应的太慢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我要求马达往上转啊、哦。那往上转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怎样？你必须要在时间内完成啊、哦。要在什么时候完成？要在你开始感测位置的时候完成。如果你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话，你可能过头啊、哦。那
说呢，因为你过头之后你要修正，你干嘛？你要把那个镜头好放空啊，就那个旋钮要把它放空啊，那这就可能会掉下去。那掉下去这个可能要往上拉啊，所以你看系统一直在干嘛？一直在那抖来抖去啊。但是如果说呢，如果我们 Linux 经过调整啊，就是所谓的 real time Linux 啊，你可以先把这个关键字记下来啊，这个叫正码啊，它是一个 Linux 的开那个即时的开源专案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呢 Linux 经过特定调整啊，你先看画面啊，你会发现很舒服，对不对？就是它不太抖啊。那你会发现画面只会轻微的抖动啊，它当然是要去调整啊。所以你可以跟他说，如果我们去设计一个透过，所以你如果是去设计一个追踪系统，不管是放在机器人也好啦，哈，放在那种刚才讲的那种狗仔的偷拍装置也好啦，或者放在工业控制来讲话，基本上我都可以在时间内啊做出回应。一旦你可以在时间内做出回应，你才有办法照着原本剧本上运作啊，而不会发生说我超时啊，或者说我没有办法时间没办法匹配啊。好，那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在做什么事，就在做这个 real time 啊。那接着我讲这个投影片啊，这份投影片。那这份投影片其实它原本设计的时间是三个小时啊，那当然我们不可能真的一口气讲三个小时，这个太困难了啊，所以我们只会挑重点来跟大家探讨。好，那这一份投影片是用那个 CC 授权啊，所以欢迎 download 啦，然后甚至可以改做都行。好，那我们在今天我想要跟大家探讨几个议题啊，就是说我们想要来探讨说像Linux 的什么英特尔怎么处理啊。然后再是有个东西叫 latency 啊，你先把关键字记下来啊。然后再是我们想去探讨说在Linux 啊，要做到这个 real time 能力啊，需要做哪些调整啊？那实际上有非常多的专业在做其中有个东西叫做RT prevent 或者 print RT， 那另外一个是刚才其他把记下来的东西叫做 zero mine。好，那所以我们来第一个来看啊，一个基本概念。第一个呢，我们要讲 real time 的时候，很多人会误会啊，叫做 real fast。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Linux 最早它是一个学生的专案，就是一个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叫 Linus Torvalds 啊，他就躲在学校的这个地下室，然后开发他的作业系统。所以他最早它是一个桌面的作业系统啊，最早是 Linus Torvalds 想要在他让他的386电脑上面有一个可以用的好玩的作业系统啊。那 Linux 一旦在1991年提出来之后呢，快速成长啊，那事实上在隔年呢就有相关的 Linux 那个发布的套件啊，叫 Distribution 啊，然后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就有 TCP/IP 还有 SWindow 的这个资源啊，所以要图形有图形，要网路有网路啊，所以 Linux 在1994年的时候，这个世界有很大的改变了。1994年的时候，这个整个 Linux 就开始用在商业化应用啊。好，但是不管怎样呢 ，Linux 在很多领域，包含什么呢？包含说超级电脑也好啦，云端啊，伺服器也好啊。那嵌入式啊，基本上 Linux 都获得大量的成功啊，包括手机啊，巨量的成功。那但是 Linux 有一个领域没有成功，就是桌面系统啊。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我刚才讲这些领域，扣掉嵌入式系统以外，基本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我刚才讲的领域啊，像什么桌面啊，伺服器也好啊，超级电脑也好，他们都在意什么事？在意这个字叫做 throughput 啊，所以它其实在意是整体的效能啊的提升啊。所以 Linux 呢会常会做一些很多最佳化啊，就是怎么去提升效能啊。那哪怕只有一点点的效能提升的，可能只有提升千分之一之类啊，这样的东西也会有一堆开发者去进行啊。好，所以你跟他说 ，Linux 整体的开发方向是针对这个高效的去运作啊。所以我们称为这件事叫 real fast 啊。所以像雅虎啊，雅虎呢，在1994年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多的比例都还是用 BSD 的系统 ，Free BSD 啊。那只有一部分是用 Linux 啊，有些新的电脑用 Linux。但是在现在已经很不一样了，用 FreeBSD 的比例就很低了，很大比例都还是用 Linux 啊。那当其他公司啊 ，Google 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度啊。那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Linux 的主流方向是针对高效的啊，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追求的东西不是 real fast， 我们在机器人控制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追求的东西叫做 real time 啊。所以要知道就是 real time 跟 real fast 它是完全不同意思的啊。那事实上呢，在我们追求 real time 的时候，我们在追求这个词啊，这个词叫做什么 ？deterministic 啊，就是说，简单说，它整个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啊。像刚才那个机械手臂例子来讲，我呢就是要在指定时间内要完成，慢没关系，我慢要慢就整体慢，我不要大部分时间快，然后某些时间很慢啊。这个东西就这样，它就不够，
它就不可，就是它的整个行为就不够 deterministic 啊。好，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在追求 real time 的时候呢，其实会牺牲掉效果。好，所以它是个拉锯战，它是在 throughput 跟什么？跟整个系统的这个 determinism 啊，就是这个 deterministic 的那个名词啊，叫做 determinism 啊。那所以我必须在时间内一定要完成啊。那基本上它又分两种类型，一个叫 hard real time 啊。hard real time 就是说呢，我呢系统如果没有完成这个在这个 deadline 前完成的话呢，这样就会导致不可挽救的悲剧啊。所以哪些东西 hard real time 像那个机械手臂啊，以及功率控制来讲。那这边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那个跟台达电子的合作啊。说真的，一开始跟台达电子合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就是有一天是这样，我也忘记有一天要骑脚踏车吧啊，那我就是2013年的有一天我在骑脚踏车，骑到一半突然有人打电话给我，我也不知道这电话从哪里来的啊，然后反正看到06嘛，我本来以为是学校哈，然后就是我本来以为学校打给我啊，然后通常学校打给我都是说什么黄老师啊，要调课啦，啊，不然就是你忘记交成绩了啊，反正就类似这种啊。好，那所以呢，我那时候想到这个系办打电话给我啊，压力很大，然后赶快接一下电话啊。好，不然就是什么采购什么计划没有过嘛，因为我对学校的流程不熟啊，所以呢接起来就趁我接起来，然后一接起来发现什么，竟然是台达电子的这个机器人事业群总经理打电话给我啊，那压力很大，他跟我说可以过去那边谈一谈啊。然后我心里就没有想法，对不对？突然就是你想要就骑脚踏车骑到一半，那准备去想要去吃台南的小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上市公司自称是总经理打电话嘛，对不对？好，那我心里说这是诈骗啊，就是会扯淡啊。然后我就说谢谢指教，然后我就把它挂掉啊，那假装那个总经理线。然后没想到呢，下个礼拜呢，突然就有一个就一些主管啊，然后又打电话给我啊，甚至有些人来学校啊，跟我说。反正总之就是希望说我可以那个谨慎的思考啊。那我说好啊，那是要教你什么啊？因为我本来以为说教他们什么网络管理啊什么鬼的啊，类似这种的啊 ，Linux 教学啊，他不是，他说他们要开发一个作业系统哦。那我都吓傻了，如果是找我来开发作业系统啊，好，那总之呢，在做什么事呢？简单就是说，我不能跟大家讲我具体的工作内容啊，但是就是你可以想象说，像这样机器人控制器啊，你可以想象 iOS 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做的事情跟 iOS 是很像啊。所以你可以想象 iOS 这样的装置，它又要网路啊，又要视觉，然后又要什么呢？又要上面可以执行很多不同的动作啊，像那个有个关键字，大家可以把它抄一下啊，叫做 PLC 啊。那简单来说呢 ，PLC 的那个中文翻译叫做因为我常常都不知道它的翻译的东西啊，它叫做可，我们把它转换一下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可程式化的逻辑控制器啊。那简单就说呢，你在工业上看到的一个控制器啊，其实它是长这样。有没有看到工业控制器？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你的，有点像一台电脑啊。它本质上它就是一台电脑，但是这个电脑里面做的事情比较特别一点。它做什么事？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刚才我们看那个 Linux CNC， 你可以看到说我那个动作对，我那个动作就是从那个这个动作怎么切呢？就是说你会有那种旋转啊，然后往前伸，然后或者转。转某一些角度啊，那基本上如果呢，我们把这些东西用程式的方法去表达啊，所以它本质上它也是写程式，它有流程控制啊，有 if else， 甚至有回圈啊，只是说它的语言通常不是那种你熟悉那种 C 语言或 Java 那种语言啊，那基本上它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指令啊，就跟你说，就是有点像那个下棋一样嘛啊，就是说，马呢往前走啊，那个炮呢就是跳一个走啊，类似这种操作啊。那所以呢，这个机械控制器其实它就会接受像 PLC 这样的一个指令啊，让这样指令，然后让画面中你看到这样的机器好可以去运作啊。那可能我们可能需要可能不止一台机器，可能要透过网络串联啊，去很多台机器控制啊。但基本上它行为都跟电脑的行为很像啊，所以它也会有什么检查状态，然后执行程式，然后更新状态啊。然后呢，所以简单就说，你用什么？你用软体方法去模拟的啊这些电路。你用软体方法去模拟这些机器的行为啊，那当然有个东西叫什么？有个东西可能大家可以记一下，叫 Modbus 啊，因为就是说 PLC 之间还需要很多通讯啊，像我们刚才讲车厂啊那种底特律的工厂，它需要很大量的机械手臂、大量机械装置啊，彼此相互通讯啊，所以呢，这上面有通讯啊。那除了这通讯以外，也有那个什么，也有指令集啊。那当然它简单很多了啊。那有个标准叫做 IEC 61131啊，它是一个国际标准啊。
那当然也会画什么阶梯图啦之类的哈。啊，这个可能有机械系背景的可能就知道了啊。好，今天这好玩是什么呢？好玩的呢，并不是我们当然今天不是来介绍这个怎么城市开发的，我是菜鸟哈，我不会，我没有资格教大家。但是有趣的地方是什么？资讯系统再一次需要资讯系统哈。所以我帮台达电子呢，我花了两年时间跟台达电子的这个工程师同仁合作哈。那我们去用 Linux 啊，然后整合这些啊，像 PLC 也好啦，那我们也有自己的程式语言啊。那我们也有自己的这个通讯协定啊，那也有一些当然说机器装置跟装置怎么去串联啊。不过我今天不是来帮公司打广告的啊。好 ，Anyway， 拉回来，就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要建构的东西就是一个哈洛汉系统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个东西是拿来做工业控制的，所以如果它会没办法在 deadline 前完成任务的话呢？会导致很多公安的危机啊，所以像我那时候工作的时候呢，其实常常就被要求说，就有时开会嘛啊，有时候开会，我一开始都会讲说，我们可以先，就是有些问题我们答不到啊，有些问题我做不到啊，那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先跳过了啊？那这时候呢，就有主管就会说，你知道你害死多少人啊？类似的，我这辈子从来很少想这种事情的哈。我小时候的梦想是目标是当个医生啊，但是因为好了，我就没准备当医生，所以我就选择当做资讯这一行。因为我以前就很怕说开了刀什么出了人命啊，我不用担心这件事啊，我只要看到血就怕，所以我还没机会让人家出人命啊。好，那但是呢，有趣的地方是什么？我工作一阵子之后呢，好像遇到跟台达电子合作啊，一天到晚遇到的问题就是会不会出人命啊？因为一旦只要没办法达到这个 deadline 的需求呢，其实酿造的公安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那所以其实各种很不一样啊，而且。这个过程中也是因为跟台达电子合作，我重新把这些相关资讯重新看过一次，所以其实我也发现很多公安的问题，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机械控制器都要卖那么贵，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要来打官司来赔偿，那这种一赔偿可能都是非常巨量的金额。好，那扣掉这个 Hot Real-Time 来讲的话呢，其实 Soft Real-Time 在 Linux， 注意到我在讲在 Soft Real-Time 在 Linux其实是内建的，所以 Linux 经过一些调整的，基本上都可以做到 Soft Real-Time， 你基本上不用改什么 Source Code， 你可能某些克隆 Config 改一下就行了。那Soft Real-Time 例子像什么？像那个声音跟影像的那个要同步，所以像我们今天直播，那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我们声音跟影像必须同步嘛，如果不同步你会觉得有点怪怪的，影像都已经走很远了，然后声音可能才跑出来，然后就是声音七打八的讲完了，影像还在那退了半天，那你会觉得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话，那会不会出人命？不会出人命，只是觉得很糟糕，然后就不想看啊。或是另外一个例子，学生交作业啊，学生交作业的话，通常都是给 deadline 嘛，但你也知道嘛，通常学生 deadline 没有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比较宽容一点嘛，那顶多给他扣扣分数啦，或者跟同学说下次不要再这样子啊。好，那你可以来讲这样的东西，我们叫 soft real time 啊。注意到一件事 ，Linux 已经是一个 soft real time 的 OS 啊，所以其实 Linux 本身它是可以做支援 soft real time。好，然后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Hot Real-Time 它可以用在哪里，好，交通控制系统，好，或者说那个车辆的一个控制系统，好，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呢？在去年，好，去年 Linux Foundation 宣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有一个叫 Real-Time Linux， 在去年呢，Linux Foundation 宣布，好，宣布有一个计划呢，叫做 Advanced Real-Time Linux， 好，这是一个名字啦，好，那个具体名字叫 RTL 啊，就是 Collaborative Project 啊，就是简单就是说一个协同开发的一个计划啊。然后呢，注意到一件事，那他们在做什么事？就是强化 Linux Real-Time 处理能力。好，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整个新闻稿的重心是到底哪些厂商在里面？好，它照字母排列啊。那所以呢 ，RTL 排在前面不意外嘛 ，A 开头啊 ，AM 排在前面不意外。哎，过。好，所以你看到这些厂商呢，这些厂商，比方说像后面什么德州仪器啦，那个什么国家仪器啦，什么 IBM、Intel， 听起来都不意外，对不对？但是 Google 跑出来干嘛？对，好玩啊 ，Google 跑出来干嘛？好，那我刚好去年我去参加一个研讨会，叫 RTLWS， 它是那个 Real-Time Linux 最 top 的一个研讨会，然后呢，这边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呢？这研讨会从1999年开始，一直到举办到去年的话，是举办了17年，那我是在去年，然后跟我的学生一起去这边发表论文啊。那值得一提的地方是什么呢？
在1999年的时候呢，有一位台湾人啊，王佑忠博士也去那边发表论文啊。那中间的整整16年是完全没有任何台湾人参加的啊。那一直到去年啊，所以这研讨会举办了17年，终于有3位台湾人啊。那其中有2位是在去年才去的啊。那我在这个 RTW 这个怎么念啊？反正就是 Linux Workshop 啊。我在这个 Workshop 上呢遇到很多做工业控制的人啊，也遇到 Google 人啊，所以我就问他们说。Google 为什么要搞这个？因为我看到新闻搞百思不得其解啊，这公司实在是太奇怪了，对吧？然后，不过你有天说跟我说那个 Google 要开发什么，要开发那个充气娃娃，我相信啊，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对，反正就 Google 这家公司很奇怪。所以呢，我问 Google 的人说，你们为什么要加入这个计划啊？那 Google 就人很大方，他就说，因为他们要开发自走车啊，因为事实上那个自动驾驶车其实它里面就是 real-time Linux 啊，所以这是对我来讲是个很震撼的事情，就是说。Google 呢，不是只是做演算法 ，Google 也不是只是做那个路径规划。事实上，车子的控制系统已经有很大比例是 Linux。然后，当然问更细的事情，他们不愿意跟我讲啊。所以，你看这个 RTL 这个协作计划呢，其实很重要是什么？它用在机器人领域啊，用在通讯啊、制造啊，还有什么医疗领域啊，基本上这都是这样发挥应用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思考一件事，就是说，基本上你可以这样说。现在是一个很有趣的时间，是一个二十一世纪怎样？是由软体公司去定义这些工业控制也好啦，这些通讯也好啊，然后或者说这些跟你我生活有关的部分，好，这很大比例是由软体公司去促进的，好，然后我们好，各位晚安，那我们再继续我们这个今天的线上讲座。然后在线上讲座进行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我们再继续我们的投影片。我们的投影片呢，应该会从第6页开始啊。好，那所以刚刚说在 Hard Real Time 来讲的话，有些应用啊，像这种是前面讲到的车子啊，好，那其实还有一些什么医疗啊，这个医疗呢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说我们想有中风啊，我们知道中风是在这个。心血管相关的疾病呢，其实在台湾的这个10大死因呢，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啊。但我们会知道听过什么像痛风啦、啊，然后中风啊这一系列问题啊，基本上它也是心血管的病变啊。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其实要根治是很困难根治的啊。那但是现在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医疗方式，假如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的机器人啊，你可以想象，假如你的机器人可以放到很小，然后放在什么？它的宽度就跟血管壁差不多宽啊，那你可以用这么小的机器去什么清除血液中的这些什么油脂啊，或者就是说一些就是它就是个支架啊，然后它可以去清除那些肿瘤啊，那些血块啊，那这样呢就可以怎样，就可以有机会的去修复你这个生理的作用啊，所以你可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系统呢，其实有趣的是什么 ，Linux 也开始。被应用在这个医疗机器上啊，那我之前听到一个专案，但是我不确定它出货了没，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讲啊。总之说，这个过程其实大家可以关注啊 ，Linux 用在这个医疗的控制啊，而且呢，因为 Linux 在通讯运算能力的这个大幅提升啊，顺便说，它也 OS 可以做完很多事啊。以前很多系统呢，必须说视觉、通讯都是拆开来啊，但现在 Linux 出现，让这些东西有机会啊整合起来啊，好。那我们前面讲过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throughput 跟 determinism 啊 ，determinism 跟 throughput 呢本身是这样，这个东西是拉锯战啊。所以 Linux 在开发过程中呢，其实针对效能做最佳化啊。但是呢，有另外一派的需求，就是 real time 的需求，其实它要的是这样，我在指定时间内是不是可以完成啊？好，那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因为 Linux 的就像前面跟大家讲过的啊 ，Linux 除了桌面以外的市场，其实其他都是成功的啊。那这些领域其实都是在意效能啊，就是在意的是throughput啊。那Linux 在多核心的应用是非常广的啊，所以你可以到在这图片上面捡很多资料。好，但是问题来了，对于 real time 系统来讲的话，根本不在意 real fast， 慢没关系，但是要慢就是均衡慢啊，不是忽快忽慢啊。那所以变成 Linux kernel 必须做一定程度的修改。我们要确保说，比方说有些议题啊，像什么 Intel 处理啊，它必须在时间内可以回应啊，或者同步处理，像是什么，像是那个critical session 啊，我在 critical session 里面呢，它必须怎样？因为 critical session 有可能会把我整体的执行时间拉长啊，或者说因为 critical session 的关系，我
相对很重要的任务 有可能会因为 critical session 拖后了啊。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在这个议题我们都要考虑到啊。所以我们刚才前面有请大家记一个关键词叫 latency 啊，所以等一下还会再解释一次啊。latency 来讲的话，如果要做 real time， 其实你要解决这种降低 latency 啊，让整个系统可以这样更快的回应时间啊，而不是在只是在输出而已啊。好，我们来看看这张图。这张图很经典，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传统的 Linux 标准的 Linux， 它基本上是这样，它的回应时间是 millisecond 级的，就是10的负三次方。好，然后呢，这个 Linux 的传统或者典型的 Linux， 它的回应时间是10的负三次方的单位，所以是可能一 millisecond。然后呢，来看一下商业的这个 real time OS， 商业 real time OS 它基本上回应时间会做到。宣称做到什么小于10 microsecond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回应时间落差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啊？这落差怎么样？从左边到右边，对不对？你发现它落差是这样，它基本上是100倍的那个落差啊。好，那 real time Linux 呢？追求什么？追求是跟传统 Linux 相容啊，所以跟典型 Linux 相容，就是说你那些什么资料库也好啦，图形处理也好啊，网络也好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沿用啊，因为 Linux 上很宝贵的资产就是这些开源软体。很宝贵资产就是这些软体呢本身是可以合作的啊，那所以呢，应用程式呢可以做到什么呢？二进位啊 ，source code 相容啊，就是 source code 只要重新编译啊，那是 binary 都是搬过去就可以直接动啊，这是 real time Linux 的目标，跟原本 Linux 相容，但是呢，反应时间又要做到商业的这个 RTOS 的这个回应时间啊，这是 real time Linux 在做的目标。当然，距离这件事还是有点距离啊，但是这个距离已经缩小了哈。那我跟我学生去年在奥地利啊，那个前面讲的那个 real time Linux workshop 啊，那么基本上我发表的就是说，其实 Linux 这个回应时间已经很接近这个数字了，已经很接近这个10 microsecond 啊。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些名词啊。第一个名词叫做 jitter 啊，什么叫 jitter 呢？就是说你的回应时间呢，有可能这样，有可能会拖到这么长啊，那有可能回应时间会相对比较快回应啊。那最长回应时间跟最短回应时间的相减，就是叫 jitter 啊。那它中文翻译叫做抖动了啊，所以简单就是说，你就想像吸反射的啊，有些人那个吸反射手指都戳下去啊，对不对啊？手指都戳下去，那有可能脚就往上抬啊，立刻就往上抬。那有些人反应比较慢，像我这种反应比较慢，好像往上抬啊。所以比较慢的跟比较快的啊，那这个时间间隔就这样，就是最快跟最慢相减啊，那就是一个什么？它就是 jitter 啊。所以大家知道一件事 ，jitter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的控制啊。因为我前面讲过，我们 real time 来讲的话，其实可以接受整体都慢啊，但是我不能接受不均匀啊。所以，比方说我要去控制，比方说下面前面讲的 PLC 啊 ，PLC 呢，因为是用软体下指令让硬体去做特定动作。那如果每次下指令都会延迟，都是固定延迟多少？50 microsecond 啊，这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我就写程式就想到，我每次发一个指令，然后50 microsecond 之后都会运作，但是呢，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说，很多时候呢，25 microsecond 就运作，但是呢，最长最短会拖到一 millisecond 啊，所以这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个我们预期是50 microsecond 内可以回应啊，所以你在50 microsecond 内回应 OK 啊，但是呢，你忽快忽慢啊，那其实整个 jitter 是很长，像刚刚例子来讲 ，jitter 就是什么？就是一 millisecond 啊，所以这个其实落差很大啊。好，那接着我们来讲什么呢？就是说要怎么去让 Linux 变成一个 real time OS 啊，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呢，其实 Linux 在 real time 领域在1997年啊，在新墨西哥大学啊，新墨西哥大学的就已经这样，就已经提出这个 Linux 的 real time 研究了啊。那甚至 Linux 已经用在哪里呢？用在火星探测号啊。就是火星探测号上面有 Linux 啊，所以 Linux 的足迹很远啊，其实在地球以外都有啊，那海底的也有啊，那个火星上也有啊，就是你电脑上没有，对啊，你电脑上就没有安装 Linux 嘛，对啊，你知道有一句话是怎么说呢？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嘛，对啊，那 Linux 使用者有钱就会去买 Mac 啊，买了 Mac 就会跑 Linux 桌面了，跑那个 Mac 那个桌面，不灵不灵的桌面啊。好，那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呢，这个 Linux 要做到 real time 基本上有两个途径啊，那一个途径呢是。一个途径是什么呢？就是说，改善 Linux 的 real time 能力啊。注意到，它是站在原本 Linux 系统上啊，也就是说，这个改过 Linux 系统
基本上这些成果都是整合到 Linux kernel 的 kernel 的这个 source tree 里面啊。那基本上就是降低什么？降低这个 latency 啊，这我们之后会跟大家讲有哪些 latency 啊。然后呢，再来是强化 kernel preemption 啊，先把关键字记起来，一个叫什么 preemption， 一个叫做 latency 啊，先把关键字记起来。好，然后呢，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件事啊。这件事做完之后呢，可以让 Linux 做到什么事？因为我们讲过，我们要求 real-time 要求是怎样？是 determinism 啊，就是说我在我的期限内一定要完成特定重要任务啊。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在 real-time 的 OS 里面，不管是商业的也好，或者 open source 也好，啊，其实有一个观念很重要，就是 RTOS， 即便是商业 RTOS， 没办法让你确保说每个地方都 deterministic 啊。没办法做到每个地方都是，一定有些地方会牺牲。就是在一个 real time 的系统来讲的话，一定有个部分是有一个部分是 non real time 啊。我们举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什么？像那个 printf 啊，大家以前在大学刚进大学的时候，都通常老师都叫你写程式嘛，对啊，那写个那个 printf 这个程式啊。那 printf 这个程式呢，基本上你一般来讲，你印的是什么？印的一个字串，对啊，印一个字串。然后这个字串呢，比方 hello 啊，再加一个什么，再加一个换那个什么换行字元啊，所以就顶多是输出六个字元啊。可是问题来，这个 printf 来讲的话，你不知道你输出的东西是什么，对不对？你可能输出一个长达100万个字元的，就是长达100万个字元的这个字串啊。那你们想过一件事，如果今天真的有这个使用者真的想去写这样的程式？该怎么办 ？Compile 当然是给他输出嘛，对吧？你知道这个 C 语言设计就是我们相信这个开发者知道他自己在干嘛啊，所以为什么 C 语言没有做 garbage collection， 对不对？那就觉得不会写程式才需要 garbage collection， 对不对啊？那 Java 开发者表示点点点啊，好，就是说 Linux 的设计原则是说 Linux 应该说从 Unix 到 C 语言，它的设计原则就是它假设你懂你自己在干嘛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因为开发者有可能会输出一个长达100万个字元的字串，然后叫 printf 印出来。所以问题来，如果呢印出 hello 这个字串需要一个单位的时间，那请问印出100万个字元，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啊？这是很难估计的。有可能呢是花50万倍的时间啊，我讲说20万倍的时间，但是也有可能这样，花的时间跟那个印出 hello 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在很多西元的函数库实作，它会做 buffer 啊，所以我没有在 flush 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我没有 flush 的时候呢，字串没有 flush， 没有输出到装置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放在机体某个地方啊，它不会把这个字串印出来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如果呢你今天被要求说我要，比方说我100万个字印出来，跟用 buffer 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它 jitter 非常大，对不对？就是相当于是印出0个字元跟印出100万个字元，所以用脑袋想知道这样东西怎么可能做到六台？不可能。所以在 real time 的环境下，还是有可能会有 non-RT 的，就是 non-real time 的那个状况啊。那经典的例子就是 I/O 啊。那当然还有一些不可预测的问题，比方说像那种像发生 patch faults 啊，或者说 TLB 啊，就是那个你通过 MNU 啊做 memory translation 啊。然后呢，还有包含说一些特定的 interrupt source 啊，有些我们是没办法掌握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会有些部分是 non-real-time 啊，所以这个观念大家要有啊。好，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呢，实现 real-time Linux 的有两个途径啊，一个是直接去改 Linux kernel 啊，直接把 Linux kernel 的这个强化啊，就是这个主要途径叫 print-rt 啊。那注意到 print-rt 写的时候这边有限啊，那你可以叫 rt-print 这加一个连字号啊。这个为什么叫做 print 的底线 rt 呢？是因为 Linux kernel 的主态啊，有个选项叫做 config print 啊。然后呢，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那个主态啊，底下有个子主态啊，所以其中有一个主态叫做 RT 啊，所以因为 Linux config 里面都有底线啊，所以就在底线啊。好，另外一种手段呢，另外一种手段是什么呢？就是说叫做 real time extension 啊，也就是说呢，这一派的做法是说，就是这么说 ，Linux 的 real time 没救了啊。那 Linux 的 real time 没救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干脆再做一个作业系统的核心啊。那这个作业系统核心专门在处理 real time， 然后呢，其中 Linux 只是上面一个任务啊，所以它就是放弃这个 Linux kernel 啊。但是 Linux kernel 还在，因为 Linux kernel 我们在意的是那些 open source 的资产，我们在意的是那些应用程式可以相容啊。所以呢， Linux 的程式还是可以运作，只是 Linux kernel 本身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你新的一个 RTOS 的一个什么一个 task， 而且它的优先权通常都是最低啊。我们称为这样的东西叫做 real time extension。好，然后呢，接着呢，我们就在讲重头戏了啊，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这个 real time extension 也好啦，或者说我要了解 print 的 RT 来讲的话，其实我们要从一个根源去理解，就是叫什么叫做 interrupt 啊，然后。了解 interrupt 的时候呢，也要了解 context switch 啊。那如果说你看到标题不知道 interrupt 跟 context switch 有什么关联的话呢，我的建议是你就把作业系统重新学一次吧啊，不会不可耻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那种线上讲座嘛，就是指出大家可能有些哪些东西不懂的、啊，或者我自己有些不懂的啊，那欢迎大家来打点啊。比方说有发音很烂啊什么鬼的、啊，欢迎来打点啊，你知道吗？就是纠正久了就会变好了嘛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context switch 啊。那我们这边讲的 context switch 特别在讲哪里呢？特别在讲这个跟一些周边互动的、哦、有关的、哦、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context switch 这个 context 是什么呢？基本上呢，人任务呢会可能会有不同状态啦，对不对？你可能会放排在你的那个 run queue 里面啊、哦，它是，然后这个状态叫 ready 啊、哦，那你从 run queue 里面被挑出来呢，这个叫执行，叫什么？这個、叫 running 啊、哦。然后呢，执行到一半的时候，你可能会怎样？会执行到系统呼叫啊、哦，那这时候呢，状态会变得会 block。就是被阻断啊，就是啊，然后呢，接着呢，阻断之后呢，重新排入什么你的 run queue 啊，那这时候变 ready， 然后那边又变那个什么，就是接着下一步被挑选出来的变成那个变成 running 了，就是那你如果看那个什么《后宫甄嬛传》啊，对不对？你就比较懂了，对不对？就是那个对吧？就是那个雍正啊，要选嘛，要选说今天晚上要去哪里，要去哪里嘛，啊，那要去哪里做事的啊？然后那所以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周期的啊。然后那所以呢，这个 context 在讲什么？ context 在讲说，哎、欸，你目前的状态啊，因为我这个任务呢，其实它是用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快速的时间去切换啊。虽然这个说法不正确啊，注意到啊，用快速的时间去切换这句话不正确啊。为什么？因为我要考虑到多核心啊，然后还要考虑到我的这个，我怎么去实做这个任务本身呢、啊？因为你有时候我们的实做本身是透过什么？是透过那个 coroutine 的方式去实做。所以我刚才讲那个话不是很精确啊。不过先不要挑我有病啊。那总之就是说，我们 context 其实要保持什么？就是在当下的一个什么状态啊？不然说你那些 register 啦啊，不然说什么呢？你使用那些资源啊，还不然说你的像什么像是一个你的那些 lock 啊，那其实这些资讯要把它记录下来啊。好，所以基本上呢，这个 test 的 context 会保存在哪里呢？它会保存在一个local stack 啊、哦，那有可能放在 system stack 啊、哦。那如果你对那个 arm context M 啊、哦、熟悉的话呢，啊、哦，放在 arm context M 熟悉的话，你会发现，哎、欸，其实那个 context M 啊、哦，其实有提供这种机制，就是说有专门给那个 program 的用的这个 stack， 也有专门给系统用的 stack 啊、哦。好，那当然呢，你还要保存什么呢？你要保存一些必要的暂存器嘛，好像尤其像那浮点数啦之类的啊。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好，这样子很关键啊。所以呢，我们刚才前面讲那么多字啊，要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如果你参与 Linux kernel 的开发，或者说你关注 Linux kernel 的开发，你会发现说 Linux kernel 的开发者根本不画图的，根本不会画这种图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一堆文字，对，就像在画面上看到一堆文字啊，他们去讨论啊，下一代 Linux 要做什么事。啊，然后说某某 subsystem 要做什么事，他们就是话讲一堆字啊，所以其实你要培养一个文字的一个敏感，你英文不用好，但是你要文字敏感，就是说，哎，他提到什么东西，或者说这些开发者在想啊，在想什么议题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去思考，哎，你能不能在脑袋里有个图像能看到啊？所以你如果真的了解这一页的画面的话，你要能够了解这个第几页呢？第14页这个图片的那个在想的事情啊。好，所以呢，原本任务它是执行啊，执行。那执行到一半的时候呢，啊，外部有个事件啊，注意到 interrupt 是外部事件啊。外部的事件发生之后呢，啊，可能是网络风暴进来啊。网络风暴进来呢，我们势必要去处理网络啊。那所以我会有网络对应的什么 interrupt handler 啊，我们称为叫应该说 interrupt handler 或者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啊，我们称简写叫做 ISR 啊。那所以呢，我这个 ISR。要做什么事？那当然要去处理网络风暴啊，对不对？不管是接收、传送之类的啊。好，问题来了，我呢其实要把什么？要把目前这个任务的必要的，像那些刚才讲的什么 register 啊，还有一些必要的一些 lock 啊，那些资讯来把它存起来啊。然
然后呢，接着呢，我才开始啊，注意啊，存完之后才开始做我的动作啊，比方说处理网络风暴啦，或者你滑手机啊那些触碰事件。好，可是你会遇到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我处理到一半，比方说这个 ISR 执行到一半的时候，这时候再来一个 interrupt 啊，所以你看到我在 ISR 里面又被打断啊，所以看 ISR 是打断谁啊？就你看懂吗？就是你就把这东西想成小三嘛啊，对，本来就快幸福快乐，对不对？你的软体跟硬体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这时候跑出一个小三，对不对啊？为什么要小三？你懂吗？就是因为老公有一天遇到，就是在某些地方遇到那个小三嘛，哈，那他们想要做该做的事情啊，那所以先把状态存起来嘛，告诉老婆说，哎，我等下去应酬啊，对，他要知道要从哪里回去啊，所以最后大家回到家里嘛，装一下样子嘛，哈，好，但是问题是什么？有小三就会有小四，啊，对啊，所以你看到一个规矩说，你应酬 service 努力执行到一半会有小四产生出来啊，那当然你知道为什么小四又比小三重要，对不对啊？就是。对，一定要抢过去执行嘛，因为这可能比较年轻貌美。好，那小四呢？执行呢，总是有一天会结束的，所以又回到小三的回报。那小三的回报做完之后呢，再回到原本的任务的啊，或者你幸福美满的生活。好，那问题啊，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称为叫什么？我们称为叫 nesting 啊，这个投影片那个图画不好了啊，这个不是 H 啊，这是 N 哈 ，N E S T E D 啊，所以 nesting interrupt 啊。好，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的 interrupt 发生的过程中，其实怎样都涉及到 context 的保存跟还原。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大问题是什么？ interrupt 本身是有 priority 的，就是说，有些 interrupt 它就比较重要啊。那有些 interrupt 它可以被忽略啊，但是有些 interrupt 它不能被忽略，它其实有不同等级的啊。这个一点重要啊。好，下一个问题是什么？下一个问题是说呢，在这个发生 context switch 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要做很多事啊，其实不是这么单纯而已。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很经典的例子，这个是不得不一定要去探讨这个东西叫 clock 啊，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其实作业系统排程啊 ，long robin 也好啦 ，five 也好，不管你作业系统用什么方式去排程，其实你都需要什么？你需要时间啊。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机制你都做出来，比方说 round robin 啊 ，round robin 呢，它本质上呢，它是不看优先权的，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看什么 time slice， 就是说你把系统切割很小的单元啊，以 Linux 科目来讲的话，大概就是十，一般来说就是大概十 millisecond 的间隔啊，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呢每十 millisecond 啊，我去干嘛？我去看，哎，我下一个要排成任务是谁啊？那如果排到我去执行它啊，好，然后呢？再来什么呢？再来是，所以 Round Robin 呢，他的想法是我呢去把切割不同的时间啊，说比方说我每十 millisecond 就去挑出下一个要执行的，那问题来了，你还是需要十 millisecond 嘛？谁给你十 millisecond 啊？当然不是写软体就会有十 millisecond 啊，所以其实你要干嘛？你要去找出你的硬体上有没有 clock 啊，有没有 timer 啊？那一般硬体都会有啊，那比较新的硬体啊，就是大概这十年内出的硬体。对，差不多是十年内出了一点，基本上不要太差的一点都可以做到microsecond 级的精准度啊。但是你要注意到一件事，一点可以做到 microsecond 级，不代表说 OS 本身可以做到 microsecond 级啊，因为有些成本等下会讲啊。好，那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所以 timer interrupt 啊，应该说更明确的说法是 timer 的 ISR 基本上就是一个作业系统的一个心脏啊。好。那所以呢，其实我们来想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开门可以规划啊一段时间去发生啊。所以你为什么一般来说大学的那个作业系统课程都是排在大三啊？虽然考试都考无聊，对不对？通常考试都考什么啊？什么考那个 turnaround time 对不对？考一个表嘛，考你说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啊，考你名词解释嘛，对哈？像我记得以前黄子那个已故的那个补教名师啊，黄子佳先生嘛啊。那黄子佳教授呢，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考大学考那个研究所呢，基本上。你就是把现代啊跟离散数学啊把它算好啊，也就是说你只要去补他的那个黄子佳的那个线性代数跟就行了啊，因为其他什么作业系统基础都是死背啊，对，他就这一科作业系统就背了就好了，听起来很悲哀啊，但是你要想为什么大学课程要把作业系统放在大三啊，这种死背的啊，因为你想你考一些大就念过资工系的同学都知道，你考那个作业系统啊，你只需要加点乘除就可以。你唯一需要的数学能力叫做加减乘除，什么开根号你都用不到啊、哦。加减乘除什么都用到，就是 turn around time， 是加法跟除法啊、哦。那什么时候需要那个减法呢？就是那个你
去算那个什么什么银行家问题什么鬼，然后就需要一些简单的减法嘛。那除法什么时候需要呢？都忘记了，反正就安利们就是几乎都用不到，什么考试的时候都用不到哈。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大学课程要把作业书规划到大三哈？因为其实我希望你有个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像计算机组织结构啊，当然这很重要，对不对？你对计算机组织结构不懂的话，你那些什么，那些什么 MNU 啦，啊，或者那些都不懂啊。然后呢，我们需要你有个认知是什么？数位逻辑啊。如果你不懂什么是数位逻辑，根本没办法想到数 timer 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的啊。这个 timer 绝对不是你手表上那种 timer， 也不是说你按一个码表，然后它就噼啪转来，就不是啊。它其实它本质上它就是一种机，就是一个 counter 啊。只是说这个 counter 呢，跟这个它的更新呢，跟这个我们特定的时间周期有关啊。好，总之呢，这个 timer 一旦被设定好之后呢，它就你就想象它就像就是一个时音振荡器啊，那它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触发啊。那触发之后呢，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注册我们自己的 ISR 啊，那就是干嘛呢？就是去做这个动作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每一段时间呢，这个 timer 啊就会这样，就会被 timer interrupt 就会被触发。那一旦 timer interrupt 触发的时候，我可以干嘛？我可以去更新我的 OS tick， 我可以跳出下一个要执行任务啊，或者说啊，我们之前没有执行完的事情把它做完啊。所以呢，它 clock interrupt 重点是什么？它就是像让你排程啊，因为你像 long robin， 你需要 time slice， 它是一个作业系统的一个心脏啊。好，然后呢，再来什么呢？基本上这个东西呢是有很大的学问啊，所以这边还要特别跟大家澄清一下啊，这个学问在哪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设定固定的时间周期啊，所以事实上呢，有一种方式是固定时间周期，这个我刚刚不小心把它讲完的哈。事实上还有一种模式呢，叫做 event based， 也就是说呢，这个 timer 我不会时时刻去触发啊。你看这一页跟上一页的差别在哪里啊？就是说这个第十八页跟十七页的差异在哪里？在十八页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时间间隔呢，它其实不固定，对不对？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比较短，这个比较长啊，那甚至有一段时间更不触发的啊。那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为叫 tickets 啊，在Linux 课程有个机制叫 tickets 啊，先把关键字抄下来啊。那 tickets 概念是说呢，在很多应用，比方说你手机来讲啊，你想要你的手机啊，你除了你滑手机的时候呢，除了你玩这玻璃的时候以外，大部分时间也不是大部分的，就是可能有很大的比例时间都是在这个画面上看到这样休眠的状态，对不对啊？那可是呢，如果你以传统的这个以传统这种设计来讲，像这张图的设计，你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为了要维持作业系统运作，我其实我需要怎样？我需要一直那些 OS tick 其实要需要一直跳嘛啊，然后呢，我可能有些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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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些什么计时器啊，或者那些闹钟啊，好，我其实我需要去检查它要不要被干啊。所以来讲的话，其实你会有你还是有很大的开销，就是我要一段时间醒来啊，醒来没事，反正没事做继续睡啊，就是睡醒醒睡醒醒啊。那 event based 的想法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假设呢，我的外部事件，比方说我知道我的手机之所以是运作是为什么？因为有人呢，就是手痒嘛，按了这个 power key 啊，把这个手机叫起来。好，那所以呢，我作业系统被叫起来，并不是因为说我时时刻刻去由这个 timer interrupt 去触发，而是由外部的事件，可能是网络啦啊，就是网络风暴或别的动作啦，或者这种实体按键，我透过这些事件去把整个系统带起来啊。那我不全然依赖固定周期的这个 timer 啊，那我没有用到 timer 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关掉啊。这个机制我们叫做 tickets 啊。那所以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大幅的降低这个 timer interrupt 啊，或者 clock interrupt 的这个发生的这个频率啊。这件事尤其在多核心非常重要啊。所以呢，基本上哪些领域会需要什么？需要这个 tickets 啊？基本上手机需要啊，因为手机引入这个 tickets 有很大对什么功耗可以一定程度的改善。然后再来是伺服器市场。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今天我们讲这个 data center 啊的好坏啊，就是 data center 好坏其实有趣，很多时候都问说你的排热的能量啊，就你能有你的排热散热机制做得多好啊？其实像 data center 因为很热啊，那多大一点就怎么去散热啊？那对 data center 来讲的话呢 ，power consumption 是一个议题啊，然后更有趣的议题是什么？就是多核心啊，因为我们知道在现在那个现在来讲的话这个。data center 它都有一大堆那种多核心的系统嘛，好，多核心的系统呢，其实这个 timer interrupt 发生的，其实会影响到什么？
会影响到整个排程啊、跟一些特定情况下的效能啊、这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你可以查 server side ticketing 这种术语啊、你可以查一些像 Mayhem 啊，他们花很多心在调整这个部分啊、那总之，所以简单说 ，tickets 的设计对于说像是手机啊或者 server side 啊，其实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啊。那另一个客户也在朝着那个地方去迈进。好，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个关键点叫什么？叫做 latency 啊。那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下 latency 啊，这个 latency 翻成中文的话呢，其实不是很好理解啊，因为就是延迟啊。那其实延迟很多时候会有一些误会嘛啊，就比方说这个延迟呢，并跟迟到是两件事啊，懂吗？好，那就是所以我们来解释一下 latency 这个意思啊。事实上 ，latency 在工业就是在整个这个工业的定义来讲，有明确定义啊，请你自己回去查一下维基百科，它有个很明确定义啊。但是呢，在 real time 来讲的话呢，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我们在意的地方是说，这个外部的世界能不能在指定的时间，在有限时间内怎样被处理、被回应啊？这个，然后呢，拖越慢、拖越久，就表示这 latency 越久啊。好，那所以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是说。我们所谓的 determinism 呢，其实也是在讲这些事啊，就是说我必须在 deadline 前完成啊。然后呢，你在 deadline 前不能完成，有很多原因嘛。以学生来讲，为什么没办法在 deadline 前交作业啊？通常有些原因嘛，你知道吗？就是开学的时候有什么迎新呐，好，然后呢，开学的时候干嘛呢？就是你可能上学期就是学霸嘛，那下学期该交到的女朋友就交到了嘛，该当肥宅就认定当肥宅了嘛，那所以下学期是什么啊？就是不想要那么认真的嘛，反正好对不对哈？你知道吗？就是开学一阵子见哥见姐都出来嘛，所以你也没什么斗志了啊。然后所以就在家打电动嘛，然后打电动打太久就忘记写作业啊。你们就说，你看大学生延迟有这种问题啊。好，那所以呢，延迟呢啊，所以其实它是有针对一件事什么啊？比方说以这个例子来讲，画面中这个例子来讲什么？它在于什么重要的 real time task 啊？所以要知道的是，这个延迟呢啊，其实我们讲的降低延迟呢，其实不是降低每个地方延迟，因为这不可能。就是你会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顾此失彼啊。所以我们今天讲，我要去降低 real time 系统的这个延迟呢，其实我们降低什么？是重要任务被执行，或者重要的外部事件被执行的时间，我们要想要让它这个时间缩短啊。啊，不是啊，我讲错了，不是它整体执行时间，是开始执行时间啊。整体执行时间是另外的议题啊，甚至我们要讲的是开始能够执行重要任务，从我排任务开始被排成到被。或者说，从事件出发到真的被执行啊，到这个中间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啊？以 Linux 客户来讲的话呢，这个延迟呢，基本上可以分几个议题啊。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以你的画面来讲啊，就是比方说，你举个例子，比方说网络风暴进来啊，网络风暴进来之后呢，事实上的处理器会改变状态啊，所以比方说，它会从 User Mode 切换到 IRQ Mode， 肯定是那种例子啊。所以本质上这个东西是有延迟的啊。这个是硬体上的延迟，然后接着下一步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处理器模式改变了嘛，那因为我们找到那个处理器找到注册过的那个 Intel Handler 啊，或者说注册过的这 ISR 啊，那接着我就是接着就开始要去执行什么 Intel Handler 啊。好，但是呢，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快就结束了啊？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我们还需要怎样重新排程啊？去干嘛？去找出对应要执行的任务啊？所以事实上呢，到你找到要对应的任务了，比方你滑手机对不对？你摸了这块玻璃之后呢，啊，你摸这个玻璃的，摸这个触面板的当下，你其实讲 Intel 就触发了。但是呢，你真正开始滑，就是那个画面开始不灵不灵啊，不是不灵，那个什么，就是开始卷啊，卷动应该有声音啊，卷动的时候呢，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呢，卷动的时候呢，它才是你感受到它做事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从你摸这块玻璃。播这个触面板啊，到实际上画面卷动啊，其实是一个时间差的。那这个时间差其实就是 latency， 对，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讲，画面的移动，这当然是显然是重要的物了啊。你买一只手机，它不能滑，那你就买来干嘛？啊，很痛苦的，对。你跟这个面板在那摸来摸去，想起来怪怪的啊。你不是，因为你在意是后续程式的动作啊。所以简单来说呢，kernel latency 呢，简单是什么？它是 Intel latency 再加上 handler 啊，因为 handler 需要花时间啊，那其实排程也其实花时间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就这几个议题加进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什么 Intel 的 latency 啊，那这基本上其实就是说涉及到状态改变啊，
然后结束它有几个例子啊，就是说这个跟硬体的行为比较有关系的哈，但是在某些 case 还是跟那个driver mask 啊，就是说因为我们 Intel 它有 Intel 可能是来源很多啊，那不同来源它有翻 nest interrupt 啊，所以注意到 nest interrupt 对于这个 Intel latency 其实有一定程度影响啊。尤其在，所以在 SNP 的系统来讲啊，就是说像如果去设计 data center 啊，我们想办法去降低特定的那个 Intel source 啊，因为其实这些都会对系统造成影响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重点啊，今天重点其实会讲摆在这一块啊，就是说这个 Intel handler。好，那在 Linux 系统来讲的话，其实 Intel handler 其实拆成两部分啊，一个叫 top help， 一个叫 bottom help 啊，就是中文叫什么什么上半段下半段啊，反正就是这样啊。好，那所以呢，它分上半段跟下半段。什么是上半段？就是一旦呢 ，Intel 发生，那我们就赶快去回应啊，那叫上半段。下半段是怎样？就是说，因为很多动作，比方滑手机啊，不要小看你每天在做很复杂的事情，滑手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你摸它，然后到实际上做动作，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那你用脑袋想，你知道滑手机这件事涉及到一体是很复杂的，所以呢。事实上，我们把滑手机这件事呢，把它拆成第二部分啊，就是说你要让你们图形引擎啊做出必要的修改，其实这件事很不容易啊。然后我们把耗时间啊的部分把它拆成两部分。那拆成这两部分有什么好处？拆成这两部分的好处就是说呢，比方说，因为传统如果说你把它拼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我处理一套处理到一半，可能新的一套进来啊，那新的一套可能会怎样被拖延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把前半段尽可能快速的去处理啊，那就不会有那种相互拖延的状况啊。那所以 bottom help 其实它后半段其实是怎样？后半段其实是由软体去排程去执行，它相对来讲执行比较复杂啊。那接着我们来讲，我们前面不是教大家把一些关键字把它抄下来啊？有个关键字叫什么？叫做 preemption 啊。所以我们终于开始解释了，我们刚才前面教大家抄两个关键字，一个叫什么 latency， 一个叫做 preemption 啊。刚才 latency 解释过了嘛？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解释个另外词叫做 preemption 啊。那我们先来看 non-preemptive system 长什么样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呢，你可以在画面上看到两个 task， 一个叫做 task one 低优先权啊，但 task two 叫做高度优先权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由这个叫什么？这个滑鼠啊，滑鼠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怎样 ？task two 被排成啊，你就想象你的什么？你开始滑动你的那个滑动你的手指头啊，那滑动你的面板。那滑动就是在你的面板上做这个触碰动作，或者说滑动动作的时候，那当然要去跟着滑动了，不然你没有滑动，那使用者会觉得这个手机怪怪的，你很奇怪啊。但是问题是呢，实际上执行呢，真正被执行的可能是要拖一段时间啊。所以你可以跟他说 ，non-preemptive， 就是你的 kernel preemption 如果没有实作出来的话呢，你就算高优先权任务被排到执行的时候呢，你可能拖到什么？第一个任务执行完的时候呢，才会轮到第二个任务。所以这个时间差我们叫 latency 啊，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目标是怎样？所以我们今天讲 kernel preemption 呢，其实在讲什么事呢？就是说高度优先权任务基本上我们让它怎样，有机会或是总是可以抢占低度优先权的任务执行啊。所以注意到一件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今天讲那个 preemption 或是讲 latency 也好，其实都是针对什么？针对重要任务。不重要任务我们就放弃，不重要任务就是我们会牺牲掉它那些啊，所以这个 preemption 也是一样，是高优先权任务可以抢占低优先权的任务的执行啊。那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件事 OS 就学过啦，有个东西叫什么？一个叫做 priority scheduling 啊。所以说，哎，那不就是排程的时候排每隔一段时间排程嘛，像 round robin 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个很小的时间间隔啊，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挑出高度优先权任务啊，但真实情况下，很多情况下是我们没办法让高度优先权任务总是可以抢占低优先权任务。为什么？比方说 interrupt 发生啊，如果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像前面讲的这些 interrupt 啊这些动作，以这个例子来讲的话呢，在传统的设计来讲，在典型设计来讲，一旦在处理 interrupt handle 是没办法被抢占，没办法被打断的啊，所以变成说呢。你的 Intel handle， 你的 ISR 执行越久啊，你的 latency 越长啊，你的 kernel 呢就没有机会做到 preemption 啊。所以我们来思考一件事，要怎么做到让 kernel 可以做到 preemptive 啊？那这时候我们要讲到一个很经典的作业系统，
它叫做 Iris 啊，这个缩写啊，这个。Iris 呢是那个80年代啊，这个由这个 SGI 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以前很早啊，但可能有些年纪比较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啊，跟你现在找 SGI 找到不是这个东西啊，哎，真难过啊。好，我要讲的东西其实是这个，在80年代有一家公司很燥啊，它叫做 Silicon Graphics 啊，它是一个很燥的公司啊，它主导了很多。你今天听到什么 OpenGL 啊这种东西呢，基本上是这样，是这家公司去引导的啊。那它在这个80年代啊90年代呢是一个标杆企业啊。那它在1980年成立啊，然后在 Mountain View 成立，然后那个它就是要让那个3D Graphics 啊，在这个它提供工作站啊，主要的业务是卖工作站啊。买硬体，然后在上面开发很多图形应用啊，所以比方说你可能有印象，就是说那个铁达尼号啊，那个铁达尼号就铁达尼号啊，它其实就是用 SGI 的那个硬体去计算啊。然后呢，在80年代呢，这个 SGI 呢，其实除了开发了它自己的工站以外呢，它其实有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啊。它自己的作业系统叫什么？叫做 Iris 啊。那它是一种 Unix 啊。然后呢，这个 Unix 呢很不一样。我今天在 Linux 看到很多很先进的作业功能，比方说 XFS 啊，像这个 XFS 呢，其实它就来自什么？来自 SGI 的贡献。那 Linux 上的这个 Graphics OpenGL 啊，其实也是这样，来自 SGI 的贡献啊。所以这家公司对这个 Linux 整个 ecosystem 贡献非常大啊。你可以看到图形也好啦，档案系统也好啦啊。然后我今天大家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即时处理，多位不要怀疑。Iris 呢，它上面也有一部分即时处理啊。那其实这些 idea 呢，也是这样，也是贡献出来的啊。那所以 Linux kernel 有一部分的设计呢，是来自这边来自 Iris 的设计啊。这个东西非常重要。可是想到这边不禁感叹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什么时候不见的啊？这家公司呢，在2009年就关掉了哈。那事实上更早以前就不见了啊。那这个。2009年的时候，这家公司就破产了啊。那它是一家好公司啊，然后对这个产业贡献也很大啊。我好东西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做到 kernel preemption。所以呢，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啊，是让我们有个东西叫 preemption point 啊。其实想法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一定间隔呢，应该说在作业系统的很多地方啊。我刚才修正我的话，不是一定间隔，是在作业系统很多地方去安插一个所谓的 preemption point。那你就想象说，我在每隔一个间隔，或者每一个程式码，或者特定的一个动作，我去检查我要不要去做什么，我不要把目前任务让出来。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蓝色，不是蓝色，是青色啊，青色是 task one 啊，它是第一优先选择库啊。然后呢，执行到 preemption point 的时候检查。去问科总说：“哎，我们要不要怎样？要不要让高级的任务抢在我现在执行啊？”所以你跟他说：“这个在这个时间点 ，task two 被排成去执行了啊。”然后呢，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这个 preemption point 这个时间点啊，我把这个 task one 把执行的嘛，执行拉出来啊，他就不执行了啊，让给高级的任务 task two 去执行啊。所以你发现说，这个整个延迟时间降低很多，原本要这么长，对，但是现在只有这么一点点啊。那如果呢，我可以让 preemption point 变成怎样？变成相对密集。我在很多地方做 preemption point， 也就是说我可以几乎可以保证第一优先权任务可以这样，可以总是被高优先权的任务抢占啊。我们称为这件事叫做 preemptive kernel 啊。有几个词呢，可能不是很好理解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叫什么？叫做 preemption 啊。注意到那一是有两个一的啊 ，preemption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形容词叫做什么呢？叫做 preemptive 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字叫什么呢？叫做 preemptive 啊，那个 preemptible 啊 ，preempt。Google 搜寻的好处就是乱打都可以找到啊。所以其实有三个词，叫做一个叫 preemptive 啊，一个叫做 preemptible， 一个叫 preemption 啊。那 preemption 比较容易懂啊，就是这整件事我们称为叫 preemption， kernel preemption 啊，或者什么 interrupt preemption 啊，反正这个字比较容易懂啊。啊，这种抢占啊，让这个高优先权任务、重要任务总是可以抢占第一优先权任务、不重要任务啊。然后呢，我们称为整个可以做这件事啊，就是说什么事呢？
就是比方说画面上这件事啊，就是让蝌蚪本身它能够把高权的任务可以做到抢占第优权的任务，我们称为叫 preemptive 啊。但是呢，有另外一个词很难懂，就是叫做 preemptible 啊，它在讲的是不是讲这个动作，是讲这个能力本身啊，它能不能去做这件事啊？那个这个所以这个东西叫做 preemptible 啊。那不过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在解释名词啊，有点概念就好了啊。所以为什么你要了解这个关键词啊？找 paper 的时候才知道要排什么对哈，这件事重要。好，然后呢，然后再来是思考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 top help 跟 bottom help 啊。然后呢，通常呢 bottom help 呢，我们称为这件事叫做受 IRQ 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 IRQ 执行的时间呢，并不是软体可以预期的啊。因为 IRQ 是怎样？是因为外部的事件发生，然后那个外部的事件发生，然后 kernel 这个就是处理器切换状态啊，然后开始去执行这个 ISR。那开始执行 ISR， 然后那个它的时间是不能固定的啊，那软体是不能预知的啊。但是 SOAP 不太一样，它把耗时间的啊，就是把耗时间部分拆开来啊，由什么由 kernel 去排程啊，所以能够由软体去排程，由 kernel 去排程的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SOAP 啊。好，那中间有多细节啊，那我没办法跟大家探讨啊。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些关键的地方啊。不小心跳过很多了啊，好，然后我们去思考嘛，所以 Linux kernel 对 real time 的那个调整啊，去做很多调整啊。那在 2.6.23 的时候呢，这个 Linux kernel 啊有一个新的 schedule 啊，称为叫 CFS 啊。然后呢 ，CFS 里面有个重要概念是怎样？就是排程器在做什么？主要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能够找出下一个要执行任务啊，所以这是排程器在做的事情啊。那挑选任务这件事呢，其实它已经降低到什么？它是常数时间啊，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这个在整个 kernel 的 schedule 呢，其实它是红黑数的那个资料结构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学资料结构？你要知道这个 worst case 的时间哈，还有 average case 的时间哈，然后有朋友在这个什么，在这个。留言上写讲到说 testnet 跟那个 soap 都不能被 preempt 跟 schedule 啊，注意到那是在 non preemptible 的系统上啊是不能排的啊，但是如果说你在 preemptible 的 kernel 啊，在那个 preempt 的系统呢，这个 testnet 跟 schedule 都可以排成的啊，注意到啊，所以这个行为上是不同的啊。好，那所以 kernel 呢要注意到一件事，在 2.6 以后呢有长足的改变啊。所以 2.4 到 2.6 其实它是一个巨大的改变，所以后来 2.6 之后就不是 2.8 直接跳 3.0， 因为改变非常大，所以包括说 schedule 的行为啊，比方说 SNP 的行为啊，比方说 context switch 的行为啊， edge space 的那个共享的方式啊，然后甚至包含支援一些新的硬体啊，像一些 ARM 的一些硬体的，可以大幅降低 context switch 的成本啊。所以这个机制呢，其实大大幅度不一样的啊，所以这 2.6 一个很大的不同。好，那 2.6 呢 ，kernel 也支援那个 Parties 啊 ，Parties 就是因为八零代九零代有一大堆作业系统公司嘛，你知道这个那个年代是很疯狂的啊，连大同电锅啊，对啊，就是那个开发大同电锅那个大同家，中枢跑去哪？开发大同电锅的公司叫做大同，对啊，连大同公司都有 Unix， 对啊，所以不要怀疑，对啊，是真的有那个大同的那个什么的那个作业系统啊，叫做 Mintax 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八零代那疯狂啊，八零代那个疯狂点是什么？八零代疯狂点就是说连开发大同电锅的公司都有办法开发 Unix 的啊，所以呢，反正那个年代 Unix 很泛滥的啊，那个是太有趣了啊。好，那所以呢？在那个年代，因为 Unix 太多了，就基本上公司有钱就可以开发 Unix 啊。好，那当然更不用讲说 SGI 这种有技术能力的公司，当然一定要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但那个年代就是你要开发作业系统，连 Microsoft 自己都有 Unix 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Microsoft DOS 是1980推出的，但是1980年 Microsoft 自己也有 Unix 啊，他们叫做 Zenix，Microsoft。然后呢 ，Zenix 这个很有趣 ，Zenix 呢其实是先有 Zenix， 才有 DOS 啊，所以这个东西很有趣。你看它的公布时间是什么？它是1980年公布的啊，所以 Microsoft 先公布 Unix， 它自己的 Unix 叫 Zenix 啊，
然后隔年才推出自己的 DOS 啊。当然这个后面的英文感觉跟大家讲，就是你知道就是比尔盖茨要做生意嘛啊。好，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因为做系统的公司实在太多了啊，这个。所以当时在80年代末期呢，就有一个标准叫 Parties 啊，就是这些厂商就是说，哎，我们应该有些 API 应该是要可以，大家都可以相互可以支援，然后可以让那个跨越不同的作业系统的供应商都可以提供啊。那其中呢，这个 Parties 有个规范叫做 1003.1b 啊，那简单说，这个规范呢制定什么？制定说，Parties 里面要支援一些像是 Priority Scheduling 啊、Real Time 啊，反正一大堆这种啊，这是。这个在 2.6 几乎都已经实作完毕啊，除了少数有一些项目性问题以外，几乎这些机制都已经实作完毕了。然后这件事很重要啊，这件事重要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讲那个 cloud 也好啦，讲那个 embedded 也好啊，有很多机制都是过去这些只有在超级电脑上面看得到，好像 SGI 的这种硬体，高档硬体上看得到的啊。但现在呢，在便宜硬体，在价格低，就是。便宜又高效的硬体上都发生了，而且那个量很巨大啊。以前 Linux 就是一些黑客的一些玩具嘛，或者说在 server side 啊，大家为了省钱的话，便宜好用的东西啊。那像不一样，像 Android 出现就是量非常惊人，Android 出来那个出货量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反正很早就超过10亿台装置了，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量了啊。所以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这基本上这些东西对快速的扩展啊，然后当然它这件事对这个整个产业生态的影响非常巨大。巨大点在哪里啊？因为以前的 Unix 它是有限度的去推广啊，但是 Linux 呢，它就是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呢，冲到共用同分 source code 啊。我修正的话，有可能共用同分 source code 啊，就是说很大比例 source code 都是共用的哈。这是过去没办法思考的事情，我们想到 Microsoft 的 Windows 啊 ，Windows 呢 ，Microsoft 推出什么？像 Windows 7对不对 ？Windows 7，Windows 7跟 Microsoft Windows 就是完全不同的核心啊。因为 CE 是重写的，然后 Windows 98、Windows 95、Windows 98跟 Windows 95它程式码是共用的，很大比例程式码是共用的。那 Windows NT 跟 Windows 95是完全不同世界，所以可以说以 Microsoft 来讲，它做不同的产品线，Real Time 的产品线，消费性的产品线 ，Server 产品线，用的作业系统核心都是完全不同的人码，所以你看一些 Microsoft 回忆录啊，干嘛？就讲说 Microsoft 那个项目 PK 嘛，那个说什么？你的基层的声音要传到 Microsoft 的那个比尔盖茨的耳朵哈，可能要经过30层、27层这种过程啊。好，那更别说这个作业系统非常的分化啊。但是呢，现在有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Linux 的出现让这些技术啊，不管是 IoT 也好啦，这个 server 也好啦，那个火星探测也好，反正就是一大堆啊。那它用同一个 source code， 而且这些 API 都有机会的通用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关键点，我们刚才前面讲到 Preact RT， 顺便去思考一件事啊。Preact RT 的设计想法是什么？就是说，像我们前面讲到 Top Help、Bot Help 啊，那 Linux Kernel 就是说把很多把这些 House 都排到后面去啊。这个东西叫什么？叫 Soft IQ 啊。但是有个大问题是什么？就是说这些 Soft IQ 执行的越长啊，因为一般的任务是没办法抢占这个 Soft IQ 的执行啊。那所以如果说我的这个重要任务它始终在 User Space。那重要任务它是 user space 的任务，它优先性很高，但是呢，因为 soft IRQ 它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去执行，所以这个重要任务还是会被 soft IRQ 去拖到。那有没有可能呢？我们把 Intel 变成什么？把它转换成一般的 kernel thread？ 好，注意到尤其写 device driver 的朋友，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很难想象，对不对？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tested 是 tested 啊，然后那个什么，那个 soft IRQ 是 soft IRQ， 然后那个什么，那个 Intel 是 Intel 啊，但是在2.6 的 kernel 啊，加上 Preact RT 之后呢，可以做什么事？可以把 Intel handler 当做普通的 kernel thread， 当做普通的 kernel thread， 它就可以这样，它就可以被抢占啊。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一个思考啊，这是这个花了10多年的时间啊，这些开发者在做的事情啊。然后再什么？再是前面我们跳过一件事，叫做 priority inheritance 啊，基本上也解决一个问题，叫做。priority inversion 啊，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执行权会那个错字倒转啊。那其中有一个解决方式叫做 priority inheritance 啊，这缩写叫 PI 啊。那这个基本上因为 mutate 来讲的话很在意这件事啊，所以会把这个 mutate 转成 RT mutate 啊。这个比较复杂，就没有解释了啊。然后在 kernel 来讲的话呢， 2.6 花很大吸力把这个 big kernel lock 啊把它拿掉啊，所以 kernel 很多地方都是可以做到 preemptive 啊。
那在 2.4 的时代呢 ，user space 基本上都是 pre-editable 啊，但是在 kernel space 还是有很大比例是 non-pre-editable。然后在 2.6 的时候呢，很大比例是可以做到 pre-editable 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个示意图。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讲东西叫就是 pre-NRT 的，所以我们特别讲啊 pre-NRT。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pre-NRT 的目标啊，以及做出来效果啊。因为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就是说在non-preemptible 的那个的系统来讲的话呢，其实你的重要的任务呢，很可能因为什么？因为 critical session 啊，因为 那个 interrupt handler 啊，你会被拖延到后面去啊。所以呢，这个拖延呢，你可能会拖你的这个拖延可能是怎样？是不可预期时间的。这个在功率控制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啊。那如果你看一些影片啊，你可以想象说这件事啊，就如果你的系统没有 preemptible 的能力了，你会发现你一天到晚去 jitter， 对啊，因为你重要任务它就是没办法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啊，你重要任务不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啊，那一步错就这样，就是一路错到底啊，那就看他的手臂啊什么鬼的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啊，好，这不是我们要的啊，所以我们做法是这样，我们在里面呢安插什么 preemption point， 所以你看到我们安插了很多 preemption point 啊，然后呢，所以这时候呢，即便怎样，即便你，即便这边有 critical session 啊，但是因为 critical session 里面也安插了什么 preemption point 啊，所以这个东西可能跟大家很多思维是颠覆的啊。因为以前呢，通常考试嘛，尤其那个你懂吗？考研究所嘛啊，在台湾是为什么我们研究所考试都要考那个考古题 right 啊？其实交大跟成大都是考考古题，然后台大通常就是台大也有一部分考古题，然后有些题目出的比较活一点啊。那为什么这个我们今天在交大，我们讲一下成大的事情啊。为什么像成大这种学校要出考古题？绝对不是老师偷懒，我在特别澄清，我们老师都很认真的啊，扣掉我以外啊，其他老师都很认真啊。所以我们老师都那么认真，对，那么拼命在做研究，那为什么考古题为什么不改？为什么都出考古题啊？那我要帮这些老师平反一下，因为呢，我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会遇到一些学生啊，那他可能辛辛苦苦的准备了啊，但发现他看不懂题目啊，那所以呢，他就遇到问题，他看不懂题目就不。不好作答啊，这样的学生我们就错失过，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啊。所以为了要照顾这些学生呢，我们就出很多考古题，让他们可以理解到，哎，原来一分努力十分收获啊，不是一分收获了啊，就是背一题就可以达到好几分哈，那就会觉得哎比较有成就感。那这些学生呢，对我们学校的认同啊，就会跟我们一起追随我们一起做实验啊。其实我们是做研究啦，所以我们是抱着这个心态，让大家均衡来，让大家可以进入大学来念书啊。所以是抱着一个做教育的心理去想啊。好，那拉回来，所以呢。因为研究所考试都考很多考古题，所以考试呢，比方说你也知道，有些大学的必考题就考这个嘛，什么叫 critical session 啊？那就有同学讲，不能被打断的程式。好，所以呢，很多同学认为说，好，注意到这个说法是错的啊。但是呢，因为就过度简化就变这样，不能被打断的程式就叫 critical session。好，但是问题来了，在 pre-NRT 来讲，哎，你这段程式有没有被打断？有啊，被打断了呗，显然被打断了呗，啊，它本来可以执行路程。这么长时间，但是怎样？他在这个时间里就被打断了，被谁打断？高度优先权任务打断啊，对不对？所以看到这个你以前背的定义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pre-NRT 其实它整个行为是改变很大啊。所以我想在这边一定有那个写 Linux 驱动程式的朋友啊。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认识，在 pre-NRT 或者 Linux 迈向 real time 的过程中，有很多你听过那些词啊。像什么 Great Q 啦，啊，那个什么，Soul IRQ 啦，啊，然后那个 Testnet 啊，那些观念都要改，啊，然后呢，包括 Spin Lock 啊，这些概念都要改，啊，因为行为已经完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是一个，当然你听到不要太挫折的啊，因为你挫折才来讲嘛，对，你如果觉得不是挫折，就不用我来讲了，对哈，这显然是这样啊，那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如果你的 kernel 是 non-preemptible。啊，也就是说你把 kernel preemption 关掉，好，那你发现说基本上呢，这个红色是不可以被打断的啊，所以不可以被高度优先权重要任务打断的啊，所以你基本上 kernel 很多地方都是不能被打断的啊，这样当然有好处，这样好处其实整体的读库是可以提升的，好，比方说我做网络的处理啊，那我处理功能不会被打断啊，那就是照特定任务去照应顺序去执行啊，那。所以只有那个像 user space 这才可以 preemptible 啊，所以在 kernel 大部分都是 non preemptible 啊。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这显然是这样，就是因为有可能因为 interrupt handler
会把这个时间拖长，或者 critical stage 拖长，然后就那个就让整个重要任务哈会被拖很长哦，不到这个次，就很多时候就没办法去执行哈。好，那接着呢，我们如果打开啊 preemption，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自愿啊，自愿被 preempt 的模式，好，注意到啊，注意到啊，这个原本的 non preemptable 就是 kernel 如果是没有 kernel preemption 的话呢，很大比例都是不能被打断啊。但是呢，注意到啊，如果呢你自愿被打断啊，你发现哎可以被打断的地方啊，虽然总量还是不多，但是怎样被打断的频率增加了啊，所以你很多地方啊，很多地方可以被打断啊。原本的不是，原本是说好，比方说我在 kernel mode 像这个方面啊，我在 kernel mode 就是不能打断，我在 kernel 就不给你打断啊。但是呢，在这个自愿打断的情况下，一股有机会被打断啊，但是还是不多啊，所以在 kernel 来讲会看到一个东西叫 mystep， 就是一个 macro 叫做 mystep 啊。然后呢，真的我们在 preemptable kernel， 哎，你们看到一件事，哦 ，preemptable kernel 呢，红色地方几乎大幅缩减啊 ，kernel 很大比例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被 preempt 啊。然后呢，你可能在 kernel 里面会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变数啊。那叫什么 preemption count 啊？所以就是说，你尤其你去追那个 source code 啊，新版的 kernel source code 啊，你会发现很挫折，就是发现一大堆这种什么 preemption count 什么鬼啊，这种之类的啊。然后呢，这个东西又放在什么，又是 thread info 的一部分啊，所以你就奇怪，我明明在研究 Linux kernel， 为什么要搞懂 kernel thread 啊？要了解 preemption count 啊？因为什么？为了要能够去实做 preemption kernel preemption 啊。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把 preempt 打开的时候呢 ，kernel 很大比例。就可以这样，就可以被打断了啊！所以，既然在这个主态下 ，Linux kernel 就是一个 slow real time 的系统。为什么？因为很大比例它会被打断，高度优先权任务其实可以打在 kernel 的地方，可以打断第一优先权任务，甚至可以打断 kernel 的 task kernel thread 的执行啊！这是讲 preemption kernel 啊。所以呢，这个 preemption 在哪些机会会发生啊？比方说返回 user mode 的时候啊，或者是从什么从 IRQ handler 回来的时候啊。所以简单来说。Preemptable kernel 在这个主态下啊，在这个主态下呢，基本上只有 interrupt handler 没有办法被打断，但是其他很多地方都可以被打断。但是我们要做的地方是不是前面那么满足？我们要做的是 fully preemptable 啊，所以这是 kernel 的目标，就是说让 kernel 几乎每个地方都可以被打断，除非你宣称某些地方不能被打断啊，比方说在 SNP 啊，就是说你在多核心的这个多核心的处理下啊。我们大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反正我今年目标是希望可以介绍 SNP 啊，因为呢，我发现很多开发者啊，或者很多学生啊，工程师啊，基本上对那个第一个对 real time 没有概念嘛啊，再没有概念就是多核心啊，很多人都以为核心摆多一点就会变多核心啊，对啊，如果你以为这样子就叫多核心呢，你应该去买一个什么？你应该去买一个那个什么那个。芒果干对不对？因为芒果不是芒果干，买一个花生对不对？那个不是就是对啊，你买个花生的嘛，那个花生里面带一堆核心嘛，那个扣对，然后那个核能嘛对吧？对啊，买个万岁牌的那个什么啊，就是以前天心说什么，以前你就是什么你要天天吃之类的啊，那万岁牌的啊，所以这个东西绝对不是多核心，那很多人认知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但是很多人对多核心认知就是跟那万岁牌那个核能没有什么差别哈。好，拿回来。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克隆来讲话呢，只有少数地方在 fully preemptable 的状况下，只有少数地方不会，只有少数的 case 下，扣掉少数的 case， 绝大多数情况都可以被 preempt 啊。然后呢，好的地方是什么？前面不是讲到 spin lock 啊？事实上，连 spin lock 都可以被打断啊。所以你看到，如果说这个看大家那个。就是今天参加这个节目的这个线上直播这个讲座的朋友啊，可能会尤其以前如果你白天都工作都在写，礼拜三就我脑袋一片空白 ，spinner 怎么可以打断对不对？哦，这个哦，但是我们为了让 kernel 变成 fully preemptable， 所以 spinner 也可以打断 ，spinner 里面也有 preemption point 啊，所以注意到就是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用一个示意图来看，简单说 ，Linux kernel。过去的模式是这样啊，所以有 interrupt 嘛，有 sub IRQ 啊，那所以呢，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这样，都是非常重要的。简单说，这是很快去执行啊，但是慢点去执行。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是凌驾于 kernel 任何一个地方啊，不管你的
kernel thread 也好啦 ，task 也好啦，反正你一大堆 network TCP IP stack 也好啦，或者 user 的 space 一样，是凌驾于是其他的 network 之上啊，所以他们就是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right 啊。但是呢，在原本的 kernel 设计有什么大问题？也就是说，你的这个 interrupt context 这样，它永远呢都它的重要性，它的优先权永远都比其他人高 ，right 啊？就说这 interrupt 发生啊，不管是网络也好啦，或是那个什么，就算是按钮 ，right？ 你的按钮按什么事啊？所以按钮按下去呢，这个其他的那个高优先任务就被打断啊。这样的问题会导致不可预测的 latency。那当然，这件事对 deterministic 啊，或就是说。对整个 kernel 的这个，就是 RTOS 的这个 determinism 当然有影响，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呢 ，prenRT 在做什么事？好，注意到，你看从这上这个第几页？第66页跟67页的图有很大不同。66，好，先把它记下来，有什么 interrupt handler 跟 SOIRQ 啊。然后你到67页，发现什么？这个世界改变了。67页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有 interrupt handler 凌驾于其他 task， 但是其他 task， 怎样？它都是本质上都是一个什么 kernel thread 啊、哦，所以这个 kernel thread 它都是一个 task 啊、哦，所以呢，你可以发现一件事什么？就说，比方你高度优先权的 user 的一个 task， 它其实有机会打断什么 testing， 有机会打断 time interrupt handler 啊、哦，有机会打断那个什么那个 network stack 啊、哦，所以这张图啊、哦，注意到67页这张图，67页的这张图呢，事实上它就是什么？它就是64页这张图的目标啊，所以64页要能够实现这个 fully preemptible 的目标，其实它具体上呢，它就是实现在这边。好，那你说为什么还是有一些东西很特别，就是要凌驾于所有的 kernel task， 我不能让所有 handler 都变成一个 kernel thread 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的 timer 啊，因为很多原因啊，简单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关键字啊，一个关键字 RCU 啊。RCU 啊，那你可以跟我搜寻一下，就是对啊，就是 RCU 要为了要做到那个，就是有东西叫那个给大家一个 keyword 叫 RCU 啊。那 RCU 在做什么事 ？RCU 在做那个，在做这个同步啊，因为我目标是希望说让那个 kernel 啊，尽可能不要有一大堆那种 big kernel lock 啊，就是透过一大堆 lock 去做到资料同步啊。那事实上呢，在 RCU 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用最少 lock 的方式去实作的同步，但是注意到这个的实作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 RCU 的实作呢是跟 timer interrupt 有关，所以呢 RCU 要去把它能够执行呢，必须要什么跟 timer interrupt 是把它绑定在一起的，所以 timer interrupt 其实做的事情非常多，如果你熟悉那个比方说那个 Michael C OS 2这样的一个作业系统的朋友，或者你接触到 Ecos 这样的朋友，你去看 Linux 你会头晕，因为 Linux 的 Time Interrupt 实在太复杂，要做太多事情，不是只是把 OS Tick 这个数字加一，不是这么简单，而是怎样，而是其实还要处理 RCU， 所以总之将这个我把关键字抄给你，因为 RCU 又可以再讲，我不知道怎么讲 RCU， 你又可以再讲个可以再讲个一天吧，我们可以讲好几场，又可以讲你所不知道 RCU。 好，那另外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不是来吓大家的，我们只是让大家有个概念。好，那个，所以呢，我们来看哪些东西被改变了。所以你看到 SOIRQ 有趣的地方是什么？不，讲到 spin up， 以前 spin up 它的意思是什么 ？disable hard interrupt 啊，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写 drive 的时候会用到 spin up， 因为 spin up 就相当于是 CLI 嘛，把所有的 interrupt 把它清掉，把那个 disable 掉啊。但是呢，在 preend RT 来讲的话 ，spin up 它不会把 hard interrupt 关掉，注意到啊。然后呢 ，spin up 也不会把 preemption 关掉、哦、所以过去的 spin up 在没有 kernel preemption 的状况下 ，spin up 会把 interrupt 关掉，大家也会把 preemption 关掉。但是呢，在 preRT 来讲 ，spin up 是什么 ？spin up 就是一种 mutex 啊、哦，更正确的说法是一种，它就是一个spin up 就是一种资源 real time 的，就是 RT mutex， 所以你要知道，就是在 preRT 来讲，它把所有 spin up 转成 mutex， 所以这件事的发生之后呢，让整个 kernel 行为改变，所以 preend RT 来讲的话，其实对于一件事影响很大，就是 driver 的行为，所以很多那个在 preend RT 底下那个 device driver 的行为跟原本的不一样，所以有些 driver 需要大改，好，
那我们称为这样的东西叫什么？叫做我们称为这件事，就是这样的让 interrupt handler 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 spread， 变成一个 kernel spread 啊，我们称为叫 spread interrupt 啊。所以它让 interrupt handler 变成 kernel spread 啊，那也跟着被排成啊，这个东西我们叫 spread interrupt 啊。好，然后呢，接着就是我们来看一些效果的分析啊。然后这个效果的分析来讲，可以用一个工具，可以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Linux 底下怎么做这个效果分析，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叫做 Cyclic Test， 那基本上输出的报表，简单就是它会跟你讲说average 的这个 latency 是多少，那 worst case 的 latency， 所以你看到在原本这个网 Linux 不是那个香草核心，不是的，我们刚才讲万岁牌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香草核心，是说没有改过的核心我们叫做网 Linux。那为什么叫网 Linux？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买冰淇淋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口味就是香草口味，就是没有改就是香草口味啊。好，那所以呢，没有改过的 kernel， 你看到它的 worst case latency 很恐怖的啊。它是什么？它是2000多个 microsecond 啊，就是很到两 millisecond 啊，这个非常大的数字。但是呢，在 Brian 的 RT 来讲话呢，它的你可以降低到哪里？它可以降低到几十 microsecond 啊，这个降。但是你会看到还是有些漏，所以有些还是到白啊。好，然后呢？如果我们把它视觉化啊，这边要介绍一个组织，叫 OSADL 啊。OSADL 它基本上是在欧洲的组织，它是有一些工业大厂，比方说西门子啊那个库卡啦，反正这些工业大厂啊，他们去发起的专案啊，就让这些 Linux 这些效能分析可以视觉化。它有一大堆机器啊，可以去重现这些实验啊。因为这些对这个西门子啊，对库卡这些公司来讲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它才能够有公开的数据去验证说新的技术，或者因为客户一天到改版啊，那工业的厂商对它工业大厂来讲，他们在意是改版，它不是变快就好，不是变轻就好，他们不在意这件事，他们在意是新的技术提出会不会有些副作用啊，就是挖东墙西墙坏掉啊，类似这种啊，所以他们都要用这种大量的数据、大量的报表去分析啊，所以可以看到说，以这个左边来讲，它是怎样？它是没有 kernel prevention 的版本啊，也就是说上面这张图。所以把它换成示意图来讲，你会发现这个整体的来讲的话 ，worst case 的 latency 其实很长啊、哦。但是如果打 Prion 的 RT 打开之后呢 ，Prion RT 打开之后，你发现怎样？worst case 收敛到在这里啊、哦。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系统冲击在哪里啊、哦？如果我们讲众数啊、哦，注意到这个是对数坐标轴啊、哦，不是它不是那个，这是对数坐标轴啊。众数不是那个前人众数后人乘量那个众数啊，是那个你知道那个众是那个。很重人的重啊，不是很重人的人啊，是那个，哎呦，他烦恼重数了啊，重，为什么讲不好呢？对啊，所以为什么影片我们都不会立刻放出来给大家看，对不对？因为我们要上字幕啊，不然人家听不懂在讲什么啊。我讲的重数是这个啊，好，重数啊，它英文叫什么呢？一下忘记它英文叫什么啊，就是 mod 啊。好，那总之就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是什么？它的重数呢，其实是往后延的啊。你看到左边没有开 kernel prevention 没有完全发布的时候，它的其实众数呢其实比较偏左边，但是呢把 kernel prevention 打开之后，众数呢是往右移的，所以也就是说它的 average 其实是这样，是增加的啊，所以你可以再次知道一件事 ，real time 跟 real fast 是不同的啊 ，Linux kernel 过去是针对效果啊，它不在意 worst case， 它只在让 average case 变快啊，做很多最佳化，但是呢 real time 在意的地方是。我们就是要收敛，我就要指定时间内就要完成，不能给我拖完啊、哦！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左边右边那个差异是很大啊、哦。好，再一次你知道 real response time 跟 throughput 啊、哦，它是个拉锯战啊、哦。那当然呢，在 real time prevention 来讲，在 real time 的 kernel prevention 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它成本在哪里啊、哦？因为所有的 speed up 都转成 mutex， 然后呢，这个 mutex 又要支援这个 priority inheritance 啊、哦，那所以这里都有成本。然后呢，在所有的 interrupt handler 都变成 threading， 它就变成 kernel spread。所以当然这个成本是很大的啊，就一定有这个成本，当然就会带来 overhead 啊，当然这件事也会带来这个输入的降低。所以像网络风暴啊，你想在这个左边这个 case 来讲，好，网络风暴处理啊，比方说我高速网络处理啊，我高速网络处理就是我呢，我就接收传送，对不对？这个过程中我不会被打断。可是在这个 real time 的 case 讲不是，在客户普遍学来讲的话，高优先权任务就是会打断什么？打入广风暴，对不对？比方说哪些是很重要啊？比方说我做某些运算很重要，比方说我要做那些分析数值啊，然后我要去做那个过滤器啊，这些是很重要。我不过滤，我不在时间内完成的话，怎样？我做那些机械控制啊，我做这个汽车控制就会怎样？
它就会一步错，然后步步错啊，不行这样啊，所以我必须在时间内完成。但是牺牲掉谁？当然就牺牲掉这边讲到这个因特安多人啊。好，然后呢，接着我们来讲一个东西叫什么 real time extension 啊，它的示意图就是这样，这样就是说我们呢，因为 Linux kernel 的这个 real time 效能已经太差了啊，就是在早期 real time 效能很差，我干脆谷底重新做一个新的 kernel， 所以它是一个 hard real time 的 kernel 在这里啊，然后 Linux kernel 变成它里面上面一个任务啊，所以。听到这边熟悉虚拟化技术，别人知道，哎，这个东西不就是虚拟化技术？不会，它就是一种虚拟化技术的呈现啊。那事实上最早的东西就是 RT Linux， 这个在1997年由这个新墨西哥大学提出来啊。那后来搞这个 RT Linux 的教授开一家公司啊，叫做这个 Finance Demotion Lab 啊 ，FSN Lab， 后来被 Winriver 买下来 ，Winriver 又被 Intel 买下来啊。那但是总之这个 RT Linux 已经不见了啊，所以。你看 RTNS 可能被丢掉了啊。那后来呢？因为 RTNS 它在社群上有一些不好的名声，就是它是专利蟑螂啊，就是在社群上有些人对它很反感，因为它拿一些专利去恐吓某些研究单位或者恐吓某些公司啊。所以后来社群朋友搞一个技术叫做 RTI 啊。那 RTI 后来有些开发理念不太合，你知道你们就这样了，有人地方就有政治啊。那所以 RTI 其中有一部分开发者跳出来搞一个东西叫 Zenomai 啊。那他是一个法国人啊，主导的专利，但是有很多德国人参与啊。那欧系啊，欧洲的 RTI 跟 Zenomai 都是什么？都是欧洲的专利啊。RTI 有很多西班牙跟意大利的开发者，然后 Zenomai 呢，基本上是法国跟德国啊。所以，其实这个其实很有趣的，你看到你看西班牙跟那个意大利啊，这两个国家有点像啊，就是经济啊什么很有像啊。然后那个德国跟法国嘛啊，这个都是工业大国啊。那所以它的取向不太一样啊。好，那总之呢，这个我们接下来介绍真的买啊。那我们快速看一下真的买的数据啊，在 Cortex A8 啊，这个 Freescale 上面硬体啊，那一 GHz 上面，你可以看到说，在Preend 来讲的话，你可能这个拖延时间还是会很长啊，比没有开 Preend 好很多，但是时间还是很长啊。那如果真的买，你可以发现，Worst Case 其实降低很多啊。哦，我们前面还记得那个数据，我们前面讲的什么数据 ？Response Time 啊，我们讲过商业的。RTOS 它的时间是可以降，它的要求是它可以它的实现的效果是可以做到小于10 microsecond 啊。那你可以看到真的嘛啊，真的嘛，经过没有调整的状况下，它是在58 microsecond， 其实已经很接近了哈。当然你要跟什么比啊？跟底下的比当然很接近了啊，但是还是有一点距离啊。好，那所以基本上真的嘛来讲的话是怎样？它就是它做了一小层，我们叫 iPad 啊。简单说，一套发生的时候呢，你可以传给我特制的做一小，我们叫 Nucleus 啊。你也可以传给 Linux kernel 啊，所以当然重要的是传给这边啊，那不重要的时候可以晚点做再传给 Linux kernel 啊。那这样好处是说，原本 Linux 程式也可以去执行啊。那然后 real time 的动作也可以做啊，这个细节很多啦啊，我们可以调拨，然后我们先调拨啊。好，那我们来看这张示意图啊，所以呢要注意到一件事，在 Zenomai 上面，普通的 Linux 的 process。也可以做 real time， 只是说呢，因为呢，底层是你可以想，底层是一个 real time OS， 那 Linux kernel 变成一个普通的 process，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会去注册所谓的 real time test， 会透过 kernel API， 然后一路通知 Zenomai 说我注册一个 RT test， 所以你看到在时序图来讲的话呢，比方说我的 real time 要求是这样，我在固定时间内就要做特定动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画面来讲，我在特定时间内我要做 real time 的动作在这里，在这边啊，我必须要在时间内完成啊，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再给第一优先选择什么 Linux kernel， 以及上面应用程式去跑啊，所以你看到它的对应示意图啊，那右边是一个对，就是说 Linux kernel 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你要搞稳定的时，一定要搞稳这个叫 test struct 啊，就里面有一大堆啊，不然说你要打开多少档案啊，不然说你要有哪些档，反正有一大堆资讯都包在这里面，然后呢，其中这个 Linux 这个会对应到 Zenomai 就是 RT test 啊，所以呢。你执行 Zenomai 任务的时候，它乍看起来像 Linux process， 但是呢，经由特定的 API 注册之后呢，它会对应到右边这里啊，它所以某些 Linux 的这个 process 会被对应成 Zenomai 的 real time task 啊。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你整体的这个 latency 啊，因为我们是先处理这个 RT， 再处理 Linux 啊，所以可以降低什么？来自前面讲过的什么？schedule 的什么 duration 啊 schedule 的 tendency 啊 ，internal latency 啊，这些延迟时间的因素啊。好，然后呢，这很多示意图啦，这很多啊。然后呢，接着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叫 Zenomai String
这浪漫实际是一个长达十年的开发，你这个专实在太浪漫，这个法国人开发专实太浪漫了。就是我跟这个，因为我也是真的买的一个贡献者哈，那我就跟这个真的买的开发者，他的名字很好玩，他的缩写好记，叫做 RPM 啊，不要怀疑，就是你懂吗？那个 Rehan 那个套件管理系统叫 RPM 啊，他的名字，他那个开发者的名字就是 RPM 啊 ，RPM at 什么 at 真的买的 Oak 啊，所以你知道他的名字就叫 Philip 啊，我不知道这字怎么念啊，哎，就是他的缩写叫 RPM 啊，好，所以你要去找文章的时候，找资料的时候就找 RPM 就对了啊。好，这个 RPM 呢、哦、，RPM 实在太烂了。他在就是我大概2008年开始开贡献真的玩啊，然后呢那时候就跟真的玩开发者 RPM 沟通啊，就跟他谈啊，作为后续怎么发展啊。那他就讲到一个东西叫真的玩 Three 啊，真的玩 Three 的想法是怎样？是希望呢可以沿用 PrintRT 的那个机制啊，也就是说呢，刚才前面讲的那些真的玩是真的玩 Two 啊，就是说它是 Dual Kernel， 就是说它其实有两个 Kernel 啊。那真的买所以就是说我可以让你选择用 Dual Kernel， 也可以沿用原本 PrintRT 的机制，所以呢 PrintRT 的那些成果可以重用，然后那个 Dual Kernel 也可以重用啊。那你说到底哪个效率比较好？哦，事实上呢 Dual Kernel 效率是比较好的啊。那 Dual Kernel 的话就是说在 Real Time 的效率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会牺牲什么？牺牲 Non Real Time 任务啊的效率啊， Non Real Time Task 的效率啊。那但是而且呢，而且在这个 Dual Kernel 还有个问题，你要去修改 Linux Kernel 啊，修改 Linux Kernel 就是加入维护啊，事实上那个真的买的 Patch 啊，对 Linux Kernel 修改 Patch 很大啊，那越来越复杂啊，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整合上的问题啊，那所以呢，在真的买 Three 的，基本上你可以用维护原本 Dual Kernel 的机制，也可以这样，也可以做什么，也可以做 PrintRT， 好，那所以它有两种图态，一个是 Dual Kernel 啊，所以这张图跟前面画的图是。意思是一样的，那你也可以用 single kernel，single kernel 就是底层呢，底层是什么？底层是 PrintRT 啊，那上层呢是给你一些特制的 API 啊，然后它可以去模拟像什么 VS Code 这样的 API 的那个实作啊。那这是我去年跟我学生在那个奥地利啊发，就是 Real Time Linux Workshop 啊发展的那个发表的那个论文啊。那我们去年用那个 BeagleBone Break。你看我去年还用这种等级的硬体啊，你看今年就有安平吧，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个世界实在太恐怖了啊。好，那这个硬体呢，它是 Cortex A8 的硬体啊，然后它的 CPU 时脉可以到 1GHz 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它的 kernel 主态是这样，那我们 kernel 主态是我们用3.14的 kernel 啊，然后呢搭配那个真人版的版本啊，这上面有写那个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当时啊，就是我发表论文的时候，刚好真的买 Three 刚发布了啊，所以我们是抢先啊，是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发表真的买 Three 效能评估的这个研究单位啊。好，那所以这个真的买 Three 啊，我们就是到时候发表啊，所以这个很有趣啊。好，然后那我们用哪些工具来分析呢？啊，第一个工具叫做 Cycle Test 啊，所以它基本上简单的想法就是说。他去设定啊，他用那个透过一些 API 去设定 timer 啊，让他睡一段时间，然后再醒来。那醒来的时候干嘛？因为醒来的时候一定会有延迟。我再想一下啊，你看到我想要睡10 microsecond 啊，不要睡长一点啊，睡50 microsecond 好了。要注意到一件事，我们设定50 microsecond 睡觉是怎样，要求 timer 在50 microsecond 的时候再发出一段 interval 啊，但是发生 interval 到你收到其实会有延迟。所以你醒来的时候干嘛？去问时间，问到现在时间多少啊？所以你醒来会发现什么？哎，时间其实60 microsecond 啊。你睡50 microsecond， 但是醒来的时候变60 microsecond， 这延迟多少？延迟就是10 microsecond 啊，就是这样的例子啊。这东西我们叫 cycle test。然后呢，另外一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叫 latency。这个工具呢是真的蛮提供的啊，这工具很强大，它可以去测量什么？测量 user mode task， 也可以测量 kernel mode task， 也可以去测量 timer 的 IRQ 的这个。的 latency 啊，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啊。然后呢，我把它画成图表啊，画成图表之后呢，这个我以前有个老师啊讲过一句很经典话啊，说如果你的研究呢，你的研究用不到统计学啊，就是你的研究如果用不到统计的，表示你研究未过半。就你为什么用不到统计学？你为什么没办法用到什么信赖区间？你为什么没办法去设计你的这个 PDF？PDF 是那个人懂吗 ？PDF 是那个。那个什么 distribution function 对吧？哎，我打错字了 ，distribution
哎，怎么一直打出这种的？优选的放出。好，所以我们讲的 PDF 这个啊，就是说这个机率的分布啊，这个分布函数啊。所以如果说你的研究里面根本没有看这件事，根本不 care 机率怎么分布啊，不 care 说哎现在区间在哪里，你也不 care 说在理论跟实际上测量会有些问题，好，或者说你不 care 说它的那个什么 error rate 啊。你不 care 说你的 formal distribution， 不 care 你的分布状态，表示什么？你的研究根本怎样？根本就还没有，你懂吗？就还就是根本就研究还不到样子啊。那因为我们尤其在功率控制，我们在意的地方是数学上。我在讲这样，数学上呢，其实我们在意是数学上是不是可以做到 real time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所以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帮我记一下一个关键字叫 SEL4 啊。那其实 SEL4 啊，它是这个第三代的 microcode 设计啊。他们基本上也做什么事，他也去做 real time 的这个改善啊，而且是数学上去证 real time 改善啊。啊，你可以说在 SEL4 啊，第三代的 microcode 啊。那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的，它在下一季啊，很快啊，就是第三季了啊，第三季很快就要去支援这个啊。其实商业版本已经有了啊，他们现在要在 open source 去支援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表示什么 ？SEL4 会用在车子啊。其实 SEL4 已经用在哪里了？已经用在波音的那个，因为大家知道，波音不是只做客机啊，波音也是那个世界数一数二大的那个军火商啊。那波音。再看看那个什么无人的那个直升机啊，就主要是来做战争用途的啊，那其实已经用在里面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呢，我们今年上我们在做这种研究的时候呢，很在意的地方是什么？在数学上，在分布上是这样，他们是不是可靠的啊？不是只靠有限度测量啊。不过你知道台湾的实验有趣吗？啊，我们台湾人其实有趣，我们台湾人开发软体的时候呢，都是倾向用那个很高成本啊，软体写完不测，对，好，那出问题的时候呢，再找阿弟加班来做啊。然后那个 document 写不好，造成人家误解的时候呢，干嘛啊？去拍一个可爱的业务去跟人家道歉嘛啊？道歉的时候露出诚恳的表情啊，是尝试嘛啊。然后呢，到客户那一端的时候呢，发现什么版本啊？就版本那个升级的时候出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啊？派工程师去干嘛？去安装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人很多时候做事呢，都是用高成本方法去开发软体啊。那既然你的软体成本开发成本那么高，那你怎么有竞争力啊？当然要叫工程师少一点就有竞争力了哈。好，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台湾人开发软体是很危险的啊。好，那拉回来，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说，尤其在这个功率控制啊，其实我们特别在意说这些分布啊。所以如果说你有心要去研究 real time 的朋友啊，其实你。反正你那个作业系统啊，计算你组织结构都会重学啊，所以不要哭了啊。但是有件事呢很重要，就是请你把机率统计重新学好，因为呢，我们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机率统计非常的重要啊。那好，我们再拉回来看这个图啊。这张图呢，就是说分不同 loading 啊。那我们都讲那个系统在高大量 loading 的情况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在大量 loading 的情况下呢，其实普遍 RT 的来讲呢，它的机率啊，其实就变很强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真的 Mach 3啊，真的 Mach 3其实它的那个我讲错不是 jitter 是那个 latency 啊，所以原本 VRT 的 latency 它可能会拉到很长，对，可能拉到65，但是你可以看到来讲的话，真的 Mach 3来讲，它可以压到什么？压到37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看 Intel latency 的话呢，它可以得到更惊人的数字啊。Intel latency 的话，你可以得到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呢。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说，在真的 Mach 3来讲的话，在这里啊。真的 Mach 3的话，它的这个 Intel latency 呢，其实可以看到十几啊。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一件事？这个你感觉到一件事是，这已经是接近商业 RTOS 的效果啊。所以我们今年的一个目标啊，这个我们今年有个目标是这样，我需要说除了机械手臂以外，我们今年也是会跟这个跟火箭啊，就是我们要跟这个台湾人自制的火箭啊，这个单位合作啊，去开发这个针对火箭的这个控制系统啊。不过这细节我还不能跟大家讲啊。那 anyway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在规划说要做出更低的 latency 啊，所以我们目标是要能够让 worst case 压到这个数字来啊。那当然硬体是要改的啦，或者不是用同一款硬体啊，这个 Big Bang 没那么厉害，这狗骨头没那么厉害啊。那但是我们考虑的硬体可能就是 Pi 3啊，所以不要小看你的树莓 Pi， 你的树莓 Pi 其实可以做很多事。你哪天在
在什么，在100公里以外看到你的书可以快飞在那边，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好，这你们听起来就很酷嘞，对不对？就是想起来自己开发作业秀可以在天上出现，对不对？所以如果所以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啊，如果你是工程师朋友啊，我想你都会遇到一个困难，对不对？你软体工程师嘛，那你可能从台大电机毕业嘛，台大中毕业嘛，啊你86说，爸，为什么4G 可以通讯？对，那你就说，哦，因为有什么调变技术啦，啊，有这个你懂吗？有什么baseband，啊，你讲老半天，你儿子还是听不懂，对不对？那你后来说生气说，因为老爸赚钱养你，哦，帮你付这个什么？这个 SIM 卡的费用啊，帮你付出通讯费，所以你可以打电话啊。那你当你儿子当你哭了，说爸爸怎么那么差，对啊？所以你看，你这样跟儿子交代，你儿子呢很有学习心态，对？他本来他可以成为下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对？但是因为他只是对4G 什么5G 什么通讯，他只是好奇，就你用这种很糟糕的方式回答他，为什么？因为你也不懂嘛，对啊？好，另外就说呢，这你们觉得很挫折，对啊？所以，但是反过来说呢，如果你有机会去参加这种计划，什么计划呢？就是控制这个火箭计划，对不对？哦，那你可以想象说，你可以带你儿子去看火箭，然后说，哎，这个控制有什么爸爸写的？哇，你看你儿子是对你的那种由衷的这种敬佩的，没有，我幻想的啊。好，因为就是说，这也许呢，可以对这个教育的人更做得更好的事情啊。好，然后呢，所以你可以看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啊，这个数据呢，注意到，我只看右边啊，就是说这个在76满载，而且有 Intra 发生的，就是有我们设计一些实验啊。这个详细的例子你自己看就罢了啊。那你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开始来讲的话呢，真的买 three， 其实呢，在整个 latency 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克隆 latency 啊，其实你可以看到这已经是什么商业 RTOS 的效能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啊。所以为什么大家要去为什么需要大家去关注这个办 ROS 也好啦，或者 Pre RTA 也好啦，真的买也好，为什么软体工程师都要去关注这一题？为什么？因为基础建设基本上为零。我们现在在意的地方就是这些应用本身啊，那所以其实我想大家这个时间你去切入是很好的啊。那我们台湾有很多驱动程式的工程师，当然以前台湾很多驱动程式的工程师写出来的软体是给人丢掉用的啊，你懂吗？你去开发那个，我告诉你，就是那个，如果你的工作白天工作是写 Android 的 driver 的话，你写出来的就给人丢掉了啊。使用者还帮着你把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使用者要新版嘛，对，然后 Android 7.0出来就是去升级嘛，啊，4.4升级到 5.0， 然后 5.0 升级到，你懂吗？啊，6.0，然后一直升级啊，那每次升级旧的程式就被人家丢掉了啊，所以你看，如果你白天工作写驱动程式，其实很悲哀啊，对啊，然后呢，写出来的东西你又不知道跟你老婆怎么介绍，跟你儿子怎么介绍，哎，爸，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啊，爸在写驱动程式，我说，哦，驱动程式在哪里可以玩吗？在哪里？啊，驱动程式看不到，是什么鸟的啊，对不对？啊，你儿子当生气了。把那没成立，对不对？所以对，然后你老婆说，哎，导控你在忙什么？啊，我在开发debug Android 的系统，对不对？那他说，哎，开发出来 Android 会变很快吗？不会变快。那可以做什么？宕机次数比较少。那是不是烂回答？对啊，所以就你老婆生气了，哦 ，Android 手机会宕，就是你们这些人很差，你们在花啊，不是，我不能讲啊，啊，就说你们这些工程师就是不长进嘛，对，你看讲起来多难过啊，拿回来。所以呢，我们来思考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去思考的议题是。因为现在 Linux 的 real-time 能力，其实它已经这样，它其实已经有一个，它是接近，甚至已经到达商业 RTOS 的效能，所以这是很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今年也在做相关研究，所以我陆续会把一些资讯盘整理出来，就是说除了这种简报以外，我会把一些资讯弄出来，那我现在在带学生在研究，所以我们在想研究说，最低 latency 的，而且是可以让多核心，所以我们针对是低 low latency 然后SMP 然后还有一些控制系统就是我们要开发这样的 RTOS 好，然后呢，再快速介绍一个工具那你要怎么 trace 这些过程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叫做 ftrace 就是克隆一个 framework 来去 trace 那 Linux 克隆就有这个 trace tool 然后呢，除了这以外呢，这个有个东西叫 Kernel Shack 就是可以把这个。那个 trace log 呢，把这个 kernel trace log 怎样呢，把它转成那个图形去显示那你可以去追踪你想要的任务啦你可能比方说 vgar 跟 switch 啦就是 do switch 跟那个 vgar 然后开始做这个操作你可以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包含送 LQD， 送 LQD 在什么呢？简单说，我们刚才讲过 buttertail 会有送 LQD 排队去执行
那排队去执行。那这个东西呢，本身当然它的时间也会影响，对不对？你要设计一个降低整个系统的那个时间，你要搞清楚到底是谁拖慢你啊？啊，像这种议题。好，终于讲到结论。所以 Linux 一开始啊，注意到我写的 Was 啊，就说一开始呢，它不是设计来做 RTOS， 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进步啊，所以 Linux 也变成它也有具有 real-time 能力啊，所以 Linux 它本质上它现在就可以当一个 Soft real-time 的 OS 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成为 Hard real-time， 并不是把 VNRT 的 page 打进去就好了啊，其实你要考虑到很多议题啊。就是说，你要考虑到很多很多，这样都是priority议题啦，然后那个像公共资源啊、critical section 的设计啊之类的哈，有很多议题要去考虑到啊。好，那这个投影片高达130页哈。那建议是这样说，如果你有问题的话，请把它记下来啊。那我们可以来讨论啊。那接着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那第一个，我们快速帮大家回顾一下啊，因为有些人是刚下班才加入的啊。那我上次有一个上次去尾牙的时候啊，有一个工程师跟我说他说他加班的时候都会听我的这个线上讲座了哈，还有不知道该怎么讲，对不对哈？就是因为我有时候线上讲座会进行到晚上11点哈，那哇塞，那开播听到晚上11点，我是那我压力很大，会那种对不起那工程师，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东西呢，就是像你们看到说一些新的硬体，好像那个数位拍啊，第三版的数位拍。那他基本上做那个机械手臂，其实运算能力哈，不管说电脑视觉啊、通讯啊，它也在上面有什么有无线网络哈，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在最近呢，也希望在今年，我们需要找一些跟一些单位合作哈。那包含交代也有哈，我们会跟一些单位合作，然后我们今年也会有新的募款计划哈。那就是希望说可以找到更多人哈，来把这些关注。因为我想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现在机器人它基本上是一个军备竞赛啊，它不是只是一个机械，也不是只有控制它。机器人它是综合性的知识，它是需要从软体通讯啊、电脑视觉，反正有需要一大堆知识啊去把它聚合起来。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我觉得对于教育或者说对于这个我们产业啊，其实帮助是很大的啊。当然你最后可能不是做机器人，不过没关系，反正最后这些知识都会怎样，都会。有机会应用在很多不同领域上啊、哦。那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要去探讨，就是说 hard real-time 啊、哦。基本上 Linux 本身它已经有办法说 soft real-time 啊、哦，就是像声音跟影像这种同步的这种应用啊、哦，这是可以做的啊、哦。但是在 hard real-time 来讲的话呢，它必须在时间内啊、哦、一个 deadline， deadline 前呢要完成特定任务，如果不能完成的话，可能导致说一些公安的问题啊，这个公安不是大陆的公安啊，是那个公共安全啊。大陆的公安比较不会有危机啊，通常是大陆公安给人家危机啊，所以是公共安全危机啊。有人帮我改一下啊。好，那这个，然后我们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是什么？就是我们讲 Linux 用在 Hard real-time， 其实有趣的例子是 Google 那个自动驾驶车啊。那在去年也有宣布啊，那这些啊，所以让软体公司去主导啊。然后呢，我们前面有讲到一些关键字啊，那搭配有些影片可以自己回去看一下啊，就是要像那个 Linux CNC 也好啦啊，或者说 iOS 啊，特别是 iOS， 强烈建议软体工程师一定要去看啊，因为呢，他把机器人的那个控制的层级拉大啊，用是网路啊，软体 API 的层次去控制的啊。好，那我们在前面有讲到什么呢？就是讲到real time 啊，它其实有个重要事情，就是行为是本身要可以预测，我们说叫 determinism 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讲 Linux 要怎么做到 hard real time 啊，或者说 Linux 怎么去评估那个 real time 的效能啊。那在今年之前呢，请大家配合一下，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底下这边有写到啊，就是有问题的话，我会试着回顾了哈，我能够讲就问啊。那拜托不要问那种懂吗？就是拜托不要问什么联发科啊、台达电子做什么啊，拜托不要回答这种问题，我压力很大啊。好，那第一个就是说怎么去评估这个即时处理效果，对哈，就是说。你可以用什么 cyclic test， 或者我们刚才前面那个真的买提供的那个 lens 这个工具啊，可以协助你。好，那 PNRT 来讲的话，跟一般 OS 比起来有什么优势呢？啊，最大优势就是有大量的 open source 可以用啊。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公司呢去买那个什么 WinRiver 啦，啊，这种 OS 啦，啊，那你会遇到一个悲剧，什么？你 WinRiver 花钱买了之后呢，那个你会发现，USB stick，对不起啊，花钱买啊，然后呢？如果要支援什么 GPU 呢？那 Windows 说，哎，可以啊，你只要每个小时给我多少钱，我就帮你做好类似的啊。啊，那注意到他们收费跟律师收费没有两样啊，很恐怖的啊。那或者说呢，你上面发现，哎，我需要一个资料库，哎 ，Windows 上面有没有资料库？有，但那个资料库可能
不是你想要用的啊，你可能要的资料就是 MySQL 这种啊。那 V6 上面有没有 MySQL？ 对不起，没有啊。那怎么办呢？对不起啊，所以就是啊，所以就是没办法啊。所以 PrintRT 最大优势就是 Open Source 资源，最大优势就是 Google 搜寻找得到答案啊，这件事很重要啊。如果你在 Stack Overflow， 你在 Stack Overflow 上面找资料的时候呢，你找什么字啊？比方说找个什么，找个 Preention。你找 preension 的话呢，就是说，你会看到什么？反正你会看到 preension， 基本上看到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这个 Linux 客户类啊。所以像今天呢，你在这个用 preention 最大好处之一就是这样，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有大量 open source 资源可以用，然后再是你在 Stack Overflow Google 搜寻找得到答案 ，Stack Overflow 也好 ，Google 搜寻也找得到，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很感动？那这件事当然好，你有 Google 搜寻之后，你有 Stack Overflow 出来之后，你公司就不用聘请 CTO 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公司最强的人是谁？不是人，是电脑，对不对？好，那所以你可以你少请个 CTO， 少请个资深工程师，这个有影响，这是非常大的影响啊。当然缺点显然是有的啊，因为在效能来讲的话。PrintRT 来讲，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啊、哦。那有在改善，但是其实还有一段路要走啊、哦。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你可以用Duo客户端架构，比方说这种这种架构啊、哦，搭配 PrintRT 哈、哦。这是一个，就是说看你的需求了。如果说你的需求真的是它的那个非常紧迫啊、哦，那就是哈利它必须要做很好效能啊、哦，那你可以用这种买啊、哦。那如果说你的没有那么要求的话，你可以用 PrintRT 啊、哦。PrintRT 是很好的机制，因为说包括说 debug 那些都可以重用啊。哦好，这个第三个问题非常好，所以我要回答一下。第三个问题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这是 Linux Foundation 最近发表的一个专栏啊、哦。要注意到一件事 ，Linux Foundation 里面呢，它除了推广 Linux 以外，它推广一个作业系统。这个作业系统呢，是由 Vulnerable 贡献。好，然后这个作业系统本质上它跟 Linux 客户是没有关系的，没有两关系的，它是一个新的作业系统啊、哦。但是Linux Foundation 会去推广另外一个作业系统啊，有点像说，有点像说你去买那个什么，你去买那个，你去玉龙买车，对不对啊？结果人家推荐你买 Toyota 啊，就是你看嘛，就是那个玉龙的那个销售推荐你买 Toyota 啊，你想一下，为什么人家会推荐这件事？基本上这个，好了，我要承认一件事啊，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念啊，因为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的这个作业系统啊，基本上它是一个什么，它是由 VxWorks 啊，就是 Vulnerable 这个 VxWorks 早期的版本啊，所以 VxWorks 把早期的版本捐出来啊，捐出来之后呢，变成这个作业系统。所以你如果你熟悉 VxWorks， 发现哇靠，这个作业系统根本就跟 VxWorks 很像，对，它是4.0以前某一个版本啊分出来，我不知道具体哪个版本，但是看起来就是4.0那个 API 啊，就是你可以想象说 VxWorks 4.0的某一个分支啊，那由那个 Vulnerable 把它捐出来啊，然后它本质上它是一个 microkernel 架构啊，然后呢它是一个我要注意到一件事，我们讲 microkernel 并不是说 kernel 很小叫 microkernel 啊，那事实上 microkernel 是说 kernel 只做一些很关键的问题，比方说做排程啊，做基本的机体管理啊，还做 IPC 啊，然后呢 microkernel 一般来说会对 IPC 做那个效能最佳化啊，然后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看一下我之前在大智工的课程叫做。我等下切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刚好这前四周呢，打错字。我刚好之前在前四周在台大之后有四个礼拜的课程啊。不是不懂的了。好，那继续读 S。等一下。好，那大家有兴趣，如果你对这个 microkernel 的这个行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个。microkernel 有兴趣的话呢，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画面上这边啊、哦，这边有一篇论文啊、哦，然后有一个那个报告，然后我们有帮大家加注解啊、哦，然后加那个不是选那个党主席那个注解啊、哦，是那个 comment 啊、哦，那跟一个 note 啊、哦，好，那所以就是说，包含说 IPC 怎么演化了，那 F4 了、哦、是那个 L4 的那个发展啊、哦，那所以看一下，所以请你回去看一下这个。哎，太好了！你们教我怎么读了，真是太感恩了啊！好，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太敢开那个线上课程，你知道吗？大部分就是因为字不会念。好，不过大家一定要纠正我了啊，就是欢迎来打理我啊，就是什么字念不对的，你懂吗？好，那个，所以这个东西回答完了。
那能不能做到 Have your time， 其实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应用形态啊。我们要知道就是呢，办 Print RT 办真的满，只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去降低 latency， 让你去让这个在统计上啊，可以让你做到在 worst case 来讲可以收敛到某个层级，这是统计上好来讲它可以做到。但是在本质上，其实在数学上其实还是要去验证啊。所以像 L4 啊，SEL4 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数学上去验证啊。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数学模型，然后有兴趣可以查一下，去找这些找什么数学 real time 的一个什么formal verification 这种词啊，去帮你找一下啊。然后这个问题太高深了，就是无人驾驶问题太高深，我有没做过，我没办法回答你哈。好，为什么 RTOS 可以接受慢，但是不能接受不平均啊？因为我刚才讲过硬体是吧？我们在意的地方是什么 ？deterministic 啊，就是说我们在意的地方是 jitter 啊。很多，比方说像 CNC 啊，就是说前面一开始 demo 给大家看那些影片啊 ，CNC 的很多操作都很慢啊，很多 CNC 的用的电脑都很差，甚至还有386级电脑。但是我们在意的地方是，我们能在指定时间内完成啊。我们很怕的地方是什么？因为 interhandler， 因为 critical session， 因为很多原因，让系统就是让重要任务拖慢。让系统重要任务拖慢，他就没办法在时间内完成，没办法在时间内完成，他就没办法照着剧本走，没办法照着剧本走，很多悲剧就发生，所以其实这整件事的重点还是一句话，就是 determinism 啊。好，然后呢，这个 have your time 这个 loss 呢，这问题太好，但是我下次才要讲，所以对不起啊，这次不讲。那 RTOS 呢，要从哪里接起？这问题太复杂了，不知道怎么讲啊。那个 Tickets 科目呢？这个问题很好，但是 Google 搜寻找不到答案。好，给你关键字啊，就是那个我帮你 Google 搜寻掉了。这好，所以请你把这篇文章读完啊。这篇文章呢，就是对，读文章的时候底下也要读完的吗？好，那个哎，把这个 link 也要读了啊。所以它文章不是那么短啊，他妈这里面还有读了啊。你最爱的 RCU 出现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会专门讲你所不知道的 RCU 啊，这个可以讲一阵子啊。好，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快结束了。然后呢，问题的问题可能是说，到底可以改善多少那个省多少电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事实上数据很少啊，就说 Tickets 科目对功耗降低的数据很少。有很大问题说不是没人做啊，通常做都不会讲啊。然后呢？不过我今年希望可以做这个研究啦，我不知道有没有空啊，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跟我一起来做研究，我希望说把这些数据啊，因为这些数据在我的一些合作伙伴里面我们都做过了啊，这是我不能发表啊，对啊，我发表会被告啊，对吧啊，所以我们要先回答你，但是你可以读这边的资料，然后呢，这个 latency 这个请原谅我跳过啊，好，这个问题很大 ，pre-action point 的放很多，判断成本会不会高？会很高啊，所以要注意到一件事。这个 preemptive kernel 其实它对这个效能影响其实冲击很大啊。最明显的例子就像网路啊，对网路冲击很大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啊。所以其实在一些议题呢，我们其实也在探讨说 hybrid kernel， 就是说我们透过 SMP， 就是说你简单说，我基本上我有四个处理器啊，然后我呢我可能有些任务专门跑在。RT 任务跑在其中两颗，那其中两颗呢做RT 任务啊，让这件事呢去跟在 physical 里面拆开啊，这是在设计上的一个议题啊，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研究啊，那不过我们还在做啊，那这次我会放影片呢，这个我们剪一剪可能会把它放出来啊，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剪完啊，好，所以在此呢也找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帮我们剪影片啊。那你知道剪影片要剪什么？就是第一个就是懂吗？就是我跟你讲说会被告的东西要把它剪掉了哈。那个滑什么就是不想讲出来的，你把它剪掉了，不要害我啊。好，那再是有些空白的地方嘛，帮我剪一下啊，欢迎大家来剪片。好，然后呢，如果要剪片的话，你可以发一个讯息给我了啊，就是这个发一个讯息到我这个小伙伴啊，对，好的小伙伴啊。那如果说你想要捐一些硬体啊，然后给我一些帮忙啊，就是说你觉得你有大号啊什么鬼的话，你要拿出来说，你有更好的设备哦，对，你发现什么收音品质太差啊，对，好，欢迎来 PK 啦，好，那再来什么呢？所以呢，这都回答了，这次问题啊，有的太深奥了，这请你原谅我啊，这真的不太会啊。
然后呢 ，Preact RT 来讲的话，它不需要有专门的 model 啊，注意到它不需要专门，所以基本上克隆 API 是一样的，但是克隆 API 的行为是不同的。像我刚才讲过 ，SpinDuck 原本在没有克隆 Preact 的话 ，SpinDuck 是什么？是 Disable Interrupt and 什么 ？and 那个就是它不会被打断啊。那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在 Preact RT 来讲 ，SpinDuck 就是 Mutex。所以 mutex 来讲的话，应该说它就是 RT mutex， 所以它会被打断。然后呢 ，interrupt 也不会被关掉啊、哦。所以你在 spinout 里面会遇到什么事，会有 nested interrupt 发生。所以如果你的 device driver 没有写好，那你遇到 nested interrupt 就爆，就叽叽了啊、哦。所以你知道，真的很多驱动程式为什么要打开，就是因为很多 driver 品质真的很差啊。哦那当然，这也是各位的生存目标啊。那显然，这个人工智慧目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就开心了嘛。你听起来很难，对不对？因为现在人工智慧没办法解决问题，这还是靠人工的啊。所以，我们身为软体工程师，我们还是有饭吃的。好，然后呢，这个有朋友问到这个 RTS 啊，这个，请你原谅我，我今天不想谈到 Windows 啊，因为啊，请你原谅我不想做，不想回答这件事啊，因为在我的工作来讲，我的工作跟 RTS 有点关系，所以我不能回答你啊。好。但你有需要可以那个私底下问我了啊，这个好，那再来什么呢？好，这个问题呢很好很好啊 ，OK OK， 好，所以注意到一件事啊，所以这个问题是问到什么呢？这个问题呢显然就是在业界工作的朋友啦啊，还是那个什么这个什么啊，是对克隆有兴趣的朋友啊，好，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呢，在 FreeRT 或是说我们做克隆 Prevention 来讲的话呢，我们会把 SoRQ 让它是可以 reschedule 的啊，可以。这个是可以 schedule 的，这是 Preact 特有的一个实作啊。然后在原本的克隆呢，啊，就是说原本的克隆呢，画成示意图是什么样的？画成示意图呢，就是 you know 啊，就是画成示意图就是这个啊。原本这个版本的克隆呢，啊，就是这个香草的克隆啊，香 Vanilla 克隆啊，基本上就是 no preemption 的话呢，基本上你要注意到一件事，这些是谁啊？它是不能被排成的，它只是怎样？只是受 ILQ 呢，就是受 ILQD， 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去执行我们之前的那些受 ILQ 啊。所以这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呢，很好啊。所以呢，这个简单来说呢，这个机制呢，这个机制是怎样？这个行为呢是只有受 ILQ 特有的啊，所以这没错 ，yes 啊。好，然后呢，这个会不会有解决问题资源度的问题？Real time extension 啊，会不会资源度的问题？会有，因为 real time extension 的话，它就是一个新的 OS 的嘛，所以如果你要开发那边 real time 的 OS， 基本上它就是要重写啊，所以它的风险是很大的啊。所以包括说什么 RTDN 那个 RTDN 在解放里面写啊，就是它是一个什么 real time driver model， 它一个新的东西，它跟 Linux kernel 的 driver model 名字有点像，但是行为完完全不同啊，所以就叫 driver 要重写，而且很多 real time 的问题是来自什么？来自 driver quality 太差，所以这个东西问题很大的。好，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这个 SEO4。好，我们来看一下 SEO4 呢，这个 context switch engine， 基本上我想一下，看你讲什么。哦，那只是那篇论文的那个投影片的写法哈。那简单就说呢，Michael Turner 的想法是让科隆做很基本的事情。我再重申，科隆做什么事？做 context switch。可能做最基本的机体管理啊，一般来说都是 address space 的一个配置啊，然后再做 IPC 啊，所以一般来说 ，Michael Kernel 啊 ，Michael Kernel 只做这些基本的事情啊，所以你说他说什么 context switch engine 只是一个描述他的动作啊，这个 Michael Kernel 啊，好，然后呢，在这个说法在其他 Michael Kernel 也是发生的啊，比方说这个 L4 Michael Kernel 啊，这个做过的专人还是炫耀一下啊，好，自助性请教一下啊，就是。你在维基百科找 L4 呢？好，反正你今天就记得嘛，有个专业叫 L4 啊，那你可以搜寻我的那个 ID 啊，对不对啊？然后就感觉又出现了啊，怎么样？那基本上你可以再搜寻一次啊，反正我的名字出现两次我就觉得很感动啊。好 ，Anyway 呢，就是说，你看人生有些东西啊，就是尤其叫学生去做报告的时候嘛，哈，那学生就发现，这个参考资料都是老师写的啊，当然故意拿，因为我都故意拿一些老梗给大家搜寻嘛。好 ，Anyway 就说，事实上在其他的这个 OS 啊，就是其他的这个作为其他的这个 research 啦啊，比方说我们做的那个 FMicro 还是从无到重新重写的一个作业系统啊，针对什么 Cortex M4 啊，针对物联网应用啊，那它有些需求，就是说它要能够做功耗
功耗的最佳化啊，那也可以去可以做机体保护啊。那基本上它的开发者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啊，那有一个是埃及的朋友啊，一个美国公司的 CTO 啊，他去贡献 Cisco 啊。那基本上呢，这些kernel呢，公司有也好啦 ，F9 也好啦，反正就是一大堆啊 ，Fiask 啦啊，然后反正一大堆这个kernel呢，基本上他的想法都是很相似 ，Michael kernel 能做的事情很少啊。好，然后呢，这个。不小心要讲完了啊！好，这个 Michael 呢，在 User Space 里做机体管理啊，对，没错，是这样，没错。好，尤其在 SE 4，甚至 Kernel 本身不做特别的机体管理啊。OK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大概到这里啊，那回答到这里了，那今天就进行到这里啊。那谢谢大家，大家晚安。